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质询的委员是杨耀杨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林部长。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们今天讨论长照法的法律修正案哈。所以我这边有几个问题跟部长做一个讨论呐哈。那部长，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以后长照的裁员哈，可能会来自于调高遗赠税，特别是提高烟税，对不对？那提高烟税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建署哈，国建署。我们在讨论提高烟捐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愈进愈增，所以在理论上，烟捐烟税提高，吸烟的人口下降，好，那假如说有这个现象的话，就会变成，以烟税为最主要的长照裁员来源，会有一个变动性。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国建署的资料，我们从民国89年到现在7年里面，整体的吸烟人口下降4%，没错嘛，哦，成年人的吸烟率由97年的21.9%降到103年的16.4%，也就是说，成年人吸烟率减少了1/4，平均每一年下降将近1%，0.9%哈。假如依照国建署的新闻稿，希望未来的整个成人的吸烟率到2020年能够下降到10%以下，那你这个以烟税为裁员的不稳定性就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因为吸烟人口有变动，所以我们把变动的裁员当作长照的裁员，部长会不会担心会有不稳定的风险？是会有一点不稳定了。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还是继续做，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是请财政部来支援我们，看能不能其他的方式这样。对，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是说，虽然是以烟税为主要裁员，可是你们的备案必须要有，因为这个变动性是可预期的嘛。好，国建署署长是不是？因为理论上是吸烟人口在你们的宣导之下会急速下降嘛。报告委员，以过去的经验，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增加了10块钱到20块的一个烟捐。那个时候的我们的烟捐的费用增加的时候，再过来连续4年，实际上的变动不是很大。就是说，等于说我明年如果增加烟税20块的时候，再过几年4年当中，它的那个收入的变化不是很幅度不是很大。以过去的一个记录来讲，就是说提高的当年。会有变动，有增加，增加完以后没有下降的那么快。不是增加了，就是吸烟人口会下降了，对，是不是？就是实施的当年对会而已。对，那再过来，实际上那个裁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部分。我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在卫福部的立场，一方面把烟捐烟税当成某一些要推的政策的裁员，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能够愈进愈增，能够真正实现，好，这两者是有相冲突的啦，好，所以这个是在修法的时候先给部长做个提醒哈。部长，我们除了讲裁员以外哈，安养中心的消防安全设备，我们这一次在22条也提到了哈。所以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请院长来，请部长来做个说明，就是说，今年的七月份，新店的乐活长照中心火灾，好，那他这个火灾
有几个问题凸显出来。第一个就是长照中心里面的人员的危机处理能力的培养跟训练。第二个就是乐活长照中心，它是位在八楼，我们老人的照护机构楼层需不需要做限制？这个请苏大。好，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老人福利机构哈，都那个公共安全的维护是非常重视啦，所以我们平常都会有做那个消防演练。对，署长很重视哈，所以你们有稽核也有评鉴。是。可是乐活的评鉴的成绩都很好哦。你知道吧？其实，这个虽然它是算甲等的机构了，对。不过它那一个部分就是甲等上面还有没有优？有没有优等？有，上面还有优。上面还有优。那它那个个案是在那个处理上面哈，可能一个是有几个问题啦。那现在也在譬如说外劳第一时间。惊吓过度，所以自己跑掉了，对不对？他没有跑掉，他有协助了。他有协助。事实上，他是有协助的。可是他的反应可能……他也还好，他们有发现了，然后有协助，所以那个灾害是没有。对，我讲的就是说，我们趁这次修法的时候，你们也要去思考整体的是的，就是包括楼层太高。有没有？楼层高不高？这个曾经在社标是有在讨论哈，到底有没有限制？不过因为多数的专家哈，他们是认为水平疏散会比那个你说限制楼层，他还是因为这些长辈都是重度失能啦。对。你还是你纵使限制三楼跟四楼或者是五楼，影响那他。它其实更重要的是水平疏散，对。对，所以那是整体的防火措施要包括说你预防，然后还有你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些疏散的这样的一个逃难的设施，这个是更重要。署长，我就是说趁修法的时候，这个都还在讨论，提供你们回去一定要做好好的做检讨，然后因为七月份火灾到现在，你们可能也没有。有没有相关的？我们现在正在跑公安，整个中央哈去联合地方一起去抽查无预警的。对，这个是有在做。这个现在正在跑，一定要了哈。就是说，特别是抽查的部分哈，我觉得比整年度的固定检查还更重要一点。是。还有就是服务人员的危机处理能力，这个都包括怎么培训哈？你们要有一套。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出来，好不好？好。长照人力普遍性不足哈，因为我们大概在这里也探讨过好几次。我看卫福部现在有一个分级晋升制度，是不是？照护员的分级有没有？应该是讲照顾服务员的分级不同的。要把它做一些职涯发展的一个 map 啦，算不算晋升？不算。算啦，算晋升，生涯的职涯的发展。不过我看一下，就是它可以从照服务员，然后照顾技术指导员，到督导员、管理员等等哈。管理者。就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我看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吸引人哈，我觉得还是要从最基本的薪资结构来做讨论。这个是搭配的。好，就是说，对你让他，在职涯上面有升迁的机会，那个是他投入以后的愿景。可是你假如说他的一开始的工作待遇跟工作受到的肯定、成就感等等，没有办法促使他投入，我们的人力。一样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补足，好不好？好，所以这个你们回去再做那个啦，哈，再做讨论，看看怎么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入长照的行列，好不好？好，请回，部长，
我大概在这个委员会第五年哈，你大概除了有一段时间离开以外，从次长到部长，我对你认识的，就是处理事情的态度，我是非常的肯定的。好，那部长当然有一些政策，难免为了落实执政的政策理念，部长就变成第一线。好，这个有的时候受一点委屈，我也希望你能够释怀。好，不要因为某一个政策，然后受到评论，就有所气馁或懈怠，好不好？好，不过我也就这个机会，你个人的处事态度，我非常的肯定。可是还是希望你能够把整个卫福部整个带动起来，就是你个人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整个卫福部必须要有动起来的感觉。他们假如说把其他的东西都处理好了，你出来面对政策的时候受一点委屈，这个还好。可是假如说连整个团队都没有办法动起来，那你受到的委屈就会更加倍，好不好？好，我也就借这个机会哈，好，跟你讲一下我自己内心长期观察你的评论。好，你真的很认真，也很负责。好啊，谢谢主席，谢谢部长，谢谢委员。好，谢谢杨委员哈，整个卫福部要动起来了哈，不是就部长动了哈，我们现在都面临到这个问题哈。好，来，我们接下来是赖世宝委员。谢谢主席啊，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部长还有财政部的长官是哪一位？那个林部长，然后这个是次长不在的，好，次长今天跟那就署长吧，来，署长。喂，你好，两位长官喽，这个今天当然谈这个长照了哈，那现在大家都看了，你们原来大家也估算得很清楚嘛，在政党轮替以前，我们部长就是次长嘛，原来你也在规划这些东西嘛，那你现在来讲，一年300多亿其实不够了，然后现在来讲的话，而且前面有委员提到的是机会税也不一定你收得到嘛，就算全部收到，其实 size 差很多了，那我之所以请署长啊，就是告诉部长知道哦，财政部今年大丰收了。超收一千亿了，啊，切一缸了过来就好啊，是不是？切个500亿过来，不就你什么事情都好办？不对啊，割透了，啊，割透了，算了不，割透一下，我替你透，啊，不是，来，署长讲一下吧，你们就切一点给他就好了，啊，光规波，正规波，大家会再光规波，其实钱在家，多一千亿啊，各位，多一千亿啊，10001，哎。哦，好多钱呢！不过报员，这个因为是属于我们105年度的税入啦，所以它基本上还，它是属于105年度的税入。啊，就超收啊！那明年还超收，明年也超收。我跟你讲，明年就要看，因为你的预算并没有增加，现在财政部很贼啊，就是哦这样子怎么样，就是把它编得少少的，哦收了多多的，你看绩效多好，超收绩效，嚯、哦，对不对？老百姓恨死你们啦！啊，无你有摘掉，你就加个工，你看。我在省里面的预算税入，我说明年度多100亿，嚯、哦，唔肯呢，100亿都不肯呢，啊，实际上多1000亿啊，连续2年多1000亿。不过跟我对不对？3年了、喔，不是2年了、喔，客气了、喔。没有是不是？没有每年都1000亿啦，每年都增加、喔這個。为什么？对，因为现在就新政府在抨击的、啊，叫做财政健全方案。是，对不对？那个一个案子出来就多了600多亿，是不是？大家都很清楚，是不是？但是部长你就客气，你是怎么样？是，我是替部长不舍了哈。不管你政治立场怎么样，你就认真你走了。结果被自己的同党的执政党的立委打枪叫你下台，我都看不了。这个戏怎么这演哪一出我都不知道啊？是真的叫你下台吗？还是演双簧一下让你讲一下？我听讲起来，我听起来不知道的看不了，我靠看不了。而且王龙章委员也不是碰碰球那种委员了、
那是思虑很细密的人啦，哦，他一样是朝野会的招委，是不是？搞俄罗斯的哦，他讲的话，我觉得哦，其中必有故事哦，人家可能有人要你的位置哦，嗯，那个人现在没有在这里哦，看，对不对？你旁边那个市长喜欢要这个位置，不知道，危险哦，看起来不是你啦，我讲一不是你啦，不是你啦，是不是？人家外面都传啦，从城局旁边来的人就是接替你位置啊，所以已经味道形成了，部长。你根本干嘛？哇，足硬的啊！做个要死安尼，哇安尼，万箭穿心。这箭如果来自反对党，不要紧的；来自执政党啊，这个物件是安怎啦？没啦，部长嘛讲一下，你嘛讲一下你的心声。没啦，我嘛是拢会努力啦。无啦，部长你讲一下，绝对努力。无啦，部长你讲一下，不要说酒后的心声啦哈，午后的心声啦，没有，午后的心声讲一下。没啦，我的做人委员嘛知影，我一定足拍拼啦，所以。我入来做偌久，我拢拍拼偌久。你敢袂感觉讲安尼？我做到老光红，嫌到老烂，啊，大家嫌，对不对？草也斩，安尼感觉足唔值嘞，唔值嘞！大医师安尼来个遮，去用糟蹋，你敢不感觉安尼？啊，其实我很懂你的心呐，是不是？吼，你心肝足硬的安尼，唔敢讲你啊，敢是安尼？我说对了，点头就好，快紧，你不要回答嘿。啊！你要点头了嘛，各位？我都默认啦，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来，署长，你不要跑，你现在回答我，你一直没有回答我啊！你不能切一块给他就好了。不是报委，可以不可以你切一块给他？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2015年度的税入，他多收的税款还是要缴入国库的。是啊，没有我就请问你，可以不可以？我们就把它拨过，不要说500亿吧。你按照我这个人为言轻的说，不要500亿，200亿好不好？这个200亿很补哎、欸。不是鲍委，因为这个部分还是涉及到就是整个预算筹编，还有就是预算税入归入国库的问题。所以哦，我是不知道啦。今天我们主席也是很挺你的啦哈。我知道吴主席是很挺你的啦，对不对？吴委是很挺你的哈。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力气再做下去，我也不知道哈。你回去赶快找你们的院长林权院长，告诉财政部，明年切一块多200亿给你。我想我们那个吴委应该同意嘛，对不对？长照300亿是要吃咸哦，要吃咸，对不对？要做什么嘛？300亿 scale 这么小，请问300亿你可以照顾多少人？出第一期能够照顾多少人？你告诉我，第一期照顾多少人？你前面已经回答过，再讲一遍。明年度可能要好啦，但是，你明年度就是部件的开始，今年才50亿嘛，今年吼，那明年。到目前就170亿吼，所以那170亿应当把资源好好啊布建。啊，我是在较耐心想的，就是足侪好的模式吼，就讲伫台中啦、啊宜兰啦、屏东、云林这好的模式，看会当做出来吼。好啦，然后大家来。别把囡仔，你这些那个细节我们不管了吼，我现在告诉你，你银两要偌济啦？银两要多少钱啦？银两要多少？第一年我想吼，第一年是。不啦，我第一年没问题，我说一。Long term 来讲，那个稳定的要多少钱？一年要多少钱？你告诉我。每年300亿够贵啦，当500加一差不多1000啦，对不对？以前你不要忘了，你现在回答很小心哦，因为你是前朝的次长，这个新朝的部长，是这样子的哦，你要很小心哦。你前期就谈你规划哦，你原来规划，我不是我规划，啊，你是规划，但是你是次长啊，你啊，是不是？我都一直把他认为那是你原来想的东西哈。所以你原来是规划1000亿哦，1100亿哦，平均一年要1100亿，才留下来看你啊。啊，若无吼，是无啥会看你，无哦，或者死去啦。单位或者讲哦，欺骗社会，假装有哦，哦有，来满足一下我们像我们吴主席啊，吴立伟长期很关心长照的人，对不对？他长期关心长照，一直在做长照，我个人都很佩服啊。以前跟他搭配很多，我都很清楚啊。但是呢，伊家己骗者骗者，安尼尔，你知哦？主席拢被骗了，这个东西。是不是部长？我这样给你鼓励嘞，多谢啊！您都没有接球，您都讲有啦，多谢。旁边那一位长官讲讲，钱给我，钱给我，您哪里讲？我等下再找部长啦，再找财政部长，哎，看下当干。好了，署长请回吧，署长请回吧。我看你不敢讲，那钱收那么多，是不是？那财政部今年丰收啊，多1000亿，去年多1000亿啊，人家都是多1000亿啊，真的跟他挖一块啦。啊，那无足艰苦的啦，你等于你安尼哦，哎，因为当然你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啊。第二个，我想跟你没有关系哦，那个健保的那个云那个药力的系统云端其实做得很好，是做得很好哦。
这个东西啊，我们说104年健保会支出少掉107亿啊，这一部分呢、啊，你要不要乘胜追击扩大来做哈、啊？比如说能不能把民众的用药的记录、健检的记录进化为 QR code， 然后一刷 QR code 就出来，这些能不能做得更彻底一点？可以吗？可以吗？来，你讲一下，你讲一下，署长讲一下来。包委员哈，这个我们目前除了就是本来就是云端药历以外，我们又有我的健康存折，My Health Bank 啊，还有我们的云端资料，是，所以我们都有在建档，在目前都会整个都会在应该是年底哈、我们整个都会处理得很好，是，所以这个本来就在做了。是，现在是不是我们也已经可以做到？比如说我健保卡带着走，我所有的病历在里面，这有没有？有没有隐私的问题啊？应该还好，因为那个看的时候一定要你自己的健保卡刷进那个医师看你的病的时候，才可以在我们的云端资料可以看得到。所以变成说，医师跟我们的病人才可以看得到，其他地方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资料。来，两位长官、哦、我提一下、哦、大家都很清楚了、哦、我们很多 VIP、哦、在座各位都是 VIP 的、哦、都喜欢到大医院去、哦、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大医院的 privacy 最差。大医院基本上一进去、哦、大概从容被 lock in 了，这马上就知道、啊、你今天只要进去不要多久，实习生都知道，intern都知道你是哪一个人来了。这个米啊，这个问题怎么弄啊？这个部长或者署长怎么就是说，这个我们一直讲各司各司才，可是才该就各自很清楚嘛、哦、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健康的资料是属于各自的一部分，可这一部分呢、啊，特别在大医院是最糟糕的。部长，你要不要表达意见？对，这个各自有 VIP 或者名人进来的话，普通医院都会稍微做一点管制了，这是各自的部分。隐私的话，我是觉得各医院真的是要多努力，尤其越大的医院哈，越有名的医院可能做的又不够。好，最后一个啊，我想我时间到了，不要再问其他委员的时间哦。根据 OECD 的建议，我把它补一下刚才讲的，为什么说你们讲那个东西啊，这个太小儿科的了哈。根据 OECD 的国家经验，这是人家发表的资料，公共长照的支出要占 GDP 的 1.6%。现在按照你规划300亿，大概是多少啊？不到1%呢、欸？对吧，部长？你们现在是多少？我们你知道 GDP 多少吗？我们在十几兆吧，啊，对不对？你三百的话，大概千分之二吧，我看，千分之二。所以这里面给他差世界级差足侪啦，啊。虽然我知道部长现在嘛做的流烂烂了，但是还是要加油了哈，你要争取一下，就跟那个财那个有钱的部啊，好，就跟他挖一点钱过来，好不好？他每年有1000亿，连续两三年都1000亿，都给1000亿出来。啊，这里面看一唱无路，你知无？你跟他要，听起来哈。今天来我听我下多下这个最值的、最值钱的 information， 跟你讲哈。好，谢谢赖委员哈，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资讯哈，我们财政部有这么。等每个这几年都超收千亿哈，真的是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哈。来，再来跟许部长来讨论一下，看裁员能不能再增加，再放在长照哈。那我们接下来是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啊、有请部长。啊，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好，是这个从过去的长照 1.0 呢，到现在的长照 2.0。 那长照 1.0 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的资源不足了，所以刚才赖委员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资讯了，希望部长能够赶快去找财政部的部长，是有得到了相关的资源才。这个经费之后啊，千万要记得啊，一定因为过去长照 1.0 的时候，原住民的部分呢、就是因为相关的资源不足，所以做的非常非常的少。那现在未来这个长照 2.0 呢、是不是能够将相关的资源都能够投入哈、那我们原住民的立委啊，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啊。一直在为我们原住民族的长照啊的一个来争取哈、来跟我们卫福部做了很多的建议，也跟原民会做了很多的建议。那原民会跟卫福部也
弄了一个专章，也提出了这个原住民族长照的执行的策略。在这样的一个执行策略里面，但基本上，我们的意见大部分都纳入了，譬如说这个以建构以原住民族部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重视了一个部落为主体的，然后这个相关的整合型的照顾产业的一个建构，强化部落照顾功能，稳定长照的能力，尤其是固定薪资的禁用，这个都会 这几个这么好的这些推动的大部分我们 所希望的这些执行的策略都纳入进去了，但很重要当然就是相关的经费的挹注，当然这个相关的其他的推动的一个步骤各方面也很重要，除了部落之外也兼顾到了都会区，因为现在都会区的原住民族的人口，已经达到45%以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这个我们看这个这张图，这个除了原民会的之外，那很多都是这个卫福部要去推动的，从106年度所要去做的这些工作，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哈，这个部长，这个你只要希望告诉我们，争取的相关的经费，不管争取多少，原住民的相关的经费是不是能够予以重视而投入？对，一定会重视，所以才会有这个原住民的专章出现。那专章就是跟原民会一起来讨论，但是我们来执行，我们来推动。有你们很多次你们执行的了，对对对，好，那个部长你就请回座，我们请这个负责这个的次长哈，那个李次长，李次长啊，跟部长说明了，李次长不会是这个刚才赖委员所讲的那个传说的人物了哈，因为他是社会福利的，这个部长不会是。我认为这个卫生福利部的未来的部长，假设你不做了之后，不会是社会福利的。好，这个好，李次长哈，这个部分你这个整个规划推动哈，也去了解了很多地方，我还是要这个，毕竟你对原住民族也不是那么的实际的那么了解哈，我还是要讲一些比较细的部分。好，我再给你看两张地图哈，一个是花莲的凤林镇，花莲的凤林镇整个它是原住民族地区，它是原住民族地区，但是人口比例是并不是原住民很多，整个人口数是11200多人，那原住民只有2004人，然后原住民都住在这个山上哈，抱歉，赶快，那个怎么弄？再来，来了。好，原住民呢，基本上啊，原住民基本上啊，都住在这里，大部分哈，这个山边呢，这是193县，这台九县了，台九县除了在这附近有原住民部落之外，大部分都在这里，所以这个整个，因为你们把它列为这个你们已经试办的，试办的已经评选出来了，包括这个，下一张图义里镇，这是你们第一波试办的时候评选的，就义里镇，当然义里镇还包括到隔壁的轴溪了，那义里镇呢人口数25000多人，那原住民的人口只有7700多人。我们原住民大部分住在哪里呢？这个是秀姑兰溪，这台九县，我们一样住在193县，靠山边海岸山脉这个地方，所以你基本上你们的配置，如果是在这个地方，义里镇的市区火车站在这一带，所以这个这么长的一个，狭长，然后 它的整个服务是不是能够，就诚如你们把它归类为是原乡，
啊，因为你们把它归类为原乡，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一个在推动上，啊，尤其是要跟这个承揽的，你们叫承揽吗？啊，委托哈，受委托的哈，啊，受委托的单位，啊，机构，啊，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跟沟通，也就是应该要有原民会的一个共同的去推动，啊，有，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个处长是不是能够，还有处长，啊，是不是能够关注？报告委员在评审的那一天是有原民会的那个副处长的参与，我知道，我知道，是是，我是说后续的推动上很重要，是是是，会，因为他不会再跟原民会去接触了，是都是跟你们接触嘛，哦，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去注意到哈，是是，好，我们接下来，当然我们相关的训练了，哦，你们也开始重视没有错，还是要去强调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议题的这些课程哈，我另外在谈。跟也是长照，但是另外一个法律的东西哈，法律今天已经谈法律嘛哈，包括你现在长期照顾法也是一样，没有去考虑到这些哈。老人福利法当然这个法很久了，所以也很多已经都有了这个安养的一个中心哈。这些安养的中心呢，啊，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是一个长老教会啊，他去成立了这个安养中心。但是他希望他经营得很辛苦，他希望能够交给医院，也是长老教会的医院，啊，长老教会的医院能够去经营，但是按照你们整个不论是老人福利法或者现在的长期照顾服务法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都没有这样的机制，因为你们整个哈，你们的整个规划上啊，财团法人他成立了，他要成立，你们要他成立在养照护机构的一个养护机构养护中心了，还要再成立一个财团法人，他本来已经是财团法人，哦，然后你们还要再另外再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因为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你们的整个规划上啊，只有什么？停业跟歇业，然后要怎么处理？对于经营权的移转，啊，同样是财那个长老教会，财团法人的长老教会，他一个教会，然后他有两个不同的基金会，然后从这个基金会要希望交给更有实力、更有能力去经营的教会，医院啊，也是财团法人的医院。你们完全没有这个机制啊！哦，你们必须说要先办歇业，哦，就说这个养护中心要去办歇业，然后另外一个财团法人去申请，从无到有，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已经有这个机构了，已经有这个机构了，你不可能让这他也不希望让这个机构停摆啊！哦，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律的建制哈，要去规划。好，要去规划，尤其是你们现在这个，长照的那个相关的执法都还没有出来的，啊，要把它纳入，因为我也看了这个相关的这些，因为它跟这个不无关哈，它跟那个你们提到的这个，哦，长期照顾服务法也是一样，基本上是跟这个老人福利法的这个一个架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这个讲的那个个案的部分，我们在不是个案的问题，没有，我相信还有其他的案子，只不过大家觉得很麻烦。那个个案我们会去了解。那至于通案的部分，哈，对法律的层面，我现在跟你谈法律的层面，看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衔接。对，毕竟法律是可以修的，何况你们这个只是定在这个执法里面的，哦，这个我们再讨论。好，谢谢。好，谢谢郑天才委员哈。那我们接下来是黄秀芳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哎，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哈。部长从早上到现在哈，
你也听到长照可能这个裁员的这个问题，还有人力这个问题，是我们实施长照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了哈。那我想请教，就是从今年的八月份起哈，我们的林万益林政委还有我们的吕次长哈，都到各地方去做这个说明。好，那在说明会当中也有提到，就是说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提出比较确实的一些资料，然后让我们的中央这边能够掌握哈，就是未来譬如说在那个未来需要服务的量啊，或者是服务的单位，或者是可增加的这个服务据点，还有长照人力的这个部分，希望中央这边能够有所掌握嘛，对不对哈？那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试办的这个点都已经开始这个已经九个点，九个 A 的点都已经开始试办了哈。那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所掌握20个县市都开始20个县市都掌握都开始试办。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哈，以目前哈这个各县市的这所需要的量能也好，据点也好，那造福人力的这个部分，我们卫福部这边都有掌握了吗？这个今天一天下来，其实长照 2.0 从明年1月要开始，但是我觉得不用急了，一步一步的稳健的踏出来，因为两年中间要布置所有的这个资源的建制，还有这个很多规格化、标准化，这些就是这两年要做的事情。好。那其实现在开始试办哈，地方也有一些声音呐哈，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资讯不足哈，再来就是说这个提供的未来也许是这个审核的这个资料所要填的资料可能会很繁复哈。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哈，我们这个关于 A、B、C 点哈，这个 C 的这个部分哈，现在以彰化为主哈，我先来讲彰化这边哈，它示范的点它是找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是找社区的关怀据点哈。那社区的关怀据点通常这个都是理事长自己兼嘛哈，就是社区理事长兼关怀据点的这个负责人哈。那未来如果 C 据点成为这个关怀据点成为我们这个 ABC 的 C 点的话，好，那我想请教就是说你们省补助的部分，你们补助的部分是一次补助或者是每个月月初补助？再来就是说我们 C 据点的这个造福员，C 据点的这个造福员哈，你们到底是之前我的认知是部长你说那时候这个造福员的薪资是三万，平均三万，是月平均三万哈。好，我一直以为说是保证三万了哈。那地方C据点的这个这个理事长的认知，他也认为说是三万块。不过三万之后还有一个加成啊，加成的项目，因为你是跟夜间、假日或者是好，那你讲的是平均三万嘛哈？那平均三万。健保不包括在里面嘛，对不对？不包括，就不包括在里面嘛。那你们未来这个到底是怎么计算？如果不包括在里面，然后C据点的这个雇主又要兼就是要先替他垫付他的劳健保，还有他的退休金。那这个经费全部都是要由这个关怀据点的C据点的雇主来。这个如果用健保来讲的话，健保申报以后15天就会拿到80%还是90%的这个费用就会拿到。希望以后也如果能够有这个签委特约制的话，我们现在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们现在到底有没有跟这个C 据点或者 ABC 你们都有做一些说明吗？那你们到底有没有说明清楚、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基本上这个是ABC 的这个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的这个是一个示范计划。那我们在推动之前都有跟县市也找了很基层的一些社区组织来做了一个行政的说明会，是直接到台北这边来做说明吗？我们对不对？有下乡的时候有说明啦，那当然也有后来有一个行政的把有共识营，也有行政说明会。那、请他们到台北来听吗？还是对不对？对对，好，那好，那你继续讲。那个相关的，譬如说，因为这个是 ABC 是一个示范计划，所以目前是我们是用核了以后，我们就一整笔就给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就会去依照他们原来报的这个计划，被我们核定的这个计划去执行。好，那你预计就是说C据点的话，你一次核是
譬如说你你 C 的要看他们每一个的报出来的需求，然后还有我们审查的一个结果，那最高就是大概122万左右，122万一年最高，这是最高，包括包括照福员的薪资吗？是。那这个西据点的照福员是几位？一位，一位，一位，然后包括他的薪资，对。那这个西据点他所要服务的项目，或者是说你们补助的项目是哪几项，这个都会说明。都有在那个计划里面，也都跟他们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包括因为 我知道就是彰化这边蛮多西据点，他们是找社区的关怀据点来做哈。那社区的理事长听了之后，就不敢再做下去了。可能 他们有的就直接退掉了。他说他们要垫付，他们要自己先垫付这个薪资，或者是要先垫钱哈。其实他是用一般的补助案的概念，原来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那个想法。那现在这个是以另外一块的示范计划，像弄长照站的示范哈。那这个部分呢，是做法会他 不能用社区照顾关怀，因为那是另外一种的处理。是，那是一般性的那个，所以你社区关怀据点跟我们的以后的，因为它本来的任务就不一样，而且它成立的这个巷弄长照站要做的事情，就是跟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不管是在对象还有它的服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一定是要切割出来有一个 space， 让这个失能的长辈或衰弱的长辈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预防失能、延缓失能恶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临短托的这个服务。好， 我希望说我们社家属这边你到地方去，就是说他们也在反映就是说你们要说明的话，其实是请他们直接到台北这边，可能你是这个很多县市一起说明嘛，对不对？那也没有给他们这个补助车马费啦，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啊，你要我们配合做这样的事情真的也是。有蛮多困难的啦，所以我希望说你们既然要地方地方这样的配合的话，其实我觉得说最基本的就是说请这个未来要做西据点的这些理事长也好，是不是说可以有一些车马补助费让他们更有意愿啦，要不然其实他们一听到，其实他们刚开始听到就是说这个可能要自己先垫就是社区要自己先垫付这个照福员的薪水，然后所有的这个经费可能都要先垫他们就吓到了，社区怎么会有钱呢？对不对？社区不会有 这笔这么庞大的钱嘛？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社家属你这个到地方去做说明的话，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那另外就是说早上也有那个立委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照护员跟这个护理人员加起来跟这个被照顾的这个比例是1:20嘛，这未来是要希望能够1:20嘛，对不对？这个不是很清楚，早上委员是没有提出这样子。没关系，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未来你们的这个照护员的比例，照护员的比例，照顾服务员他如果是在居家服务的这个区块，那就是1:5-6，为什么？那是用我的工作的时数来算的，就我一个照顾服务员，我就是一天工作6-8小时，那我能够在这段时间我去从事的服务的个案量是怎么样？那机构呢，当然就会有人力配比，你有多少的受照顾者，你就要有多少的照顾人力，这个都有在法规里面都有明白定清楚，在设标的时候就有定。好，那未来这个长照开始上路之后，你们的这个照福员的人力可能是会这个越吃紧啊，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我们培训出来的这些照福人员，也许他们已经有执照，可是他们有的是不愿意投入这样的一个市场嘛。那像这样子的话，之前这个部长也有讲说平均薪资就是30000块嘛哈，那平均薪资30000块的话，你是要以几个小时下去计算？这个是我们只是说月薪平均大概，因为他会看他个人的服务的状况嘛，所以如果是采月薪，当然他就在雇主这边就要排班，要把他的时数能够控制。那如果是时薪，他是用 part time 的，那就看他服务的那个个案的时数有多少，他能够获得多少。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所以 你至少要有一个标准嘛，就像我们劳保的这个最低薪资，好，就是说他八小时，然后一定要领到二一这个两万一两万二左右嘛。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照服务员的薪资，你说平均薪资要有三万，那如果说我的工作超过八小时，或者是甚至这个十二个小时，那你这样子的平均薪资的话，也许它就是低于我们最基本的薪资啦。基本上我們你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还要再做一个设定？先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个是涉及到我们在计算那个照顾服务的人力成本的时候，我们是用未来像部长讲早上有讲到支付制度，就是要把所有的我为了要提供照顾服务，我需要花掉多少的成本，这个合理的成本要先去估算出来。那未来呢，我们是用去算这个整个的成本多少，那再下去，那至于雇主跟受雇者之间，这是劳雇关系，好，那一定要符合劳基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未来，所以也不一定，就是说刚刚那个之前部长讲的这个保证薪资三万，也许他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他可能就超过三万多啦。因为他的服务的时数，但我付出的多，我获得的就会比较多嘛，我付出的少就会比较少。那对，那你依照劳基法，本来你超过那个劳基法所规定的工作工时的时候，你也要依照劳基法有加班费啊。是啊，所以我们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一个这个最低的这个这个工作时数或者最低薪资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要吸引年轻人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困难的。这个、就是劳动条件要怎么样去做？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劳动条件要好的话，你。这个第一就是薪资要高嘛，薪资要高的话，我记得早上有一位委员就是说三万其实还太少了哈。如果以现在这样算的话，其实三万块真的是还蛮少的。我觉得吸引不了年轻人呐、啊，说实在的。好，部长要回应一下吗？我那一天听以为是说保证三万呢、欸。三万是平均三万，人家看他的年资。还有看他照顾的有的很困难。那如果部长，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如果是今天是一个新人哈，就刚从学校毕业的，那如果以他来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西据点，好来当照服员的话，这样薪水可以拿多少？如果他只有一位照服员，上面也没有督导的话，那应当就是大概在三万左右了，应当是这样。那是这样子吗？如果署长，我看署长好像面有难色。是啊，因为他只有一位嘛。那我们在算成本的时候，就是用这样来算。但是这个哈，这个这个会跟各界哈，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讨论。所以而且要第一线服务的这个单位，他们的意见比较清，比更重要。我原则是希望总统已经讲很清楚，就是要调薪嘛，要让他们薪水提高。好，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接下来就请吴怡群吴委员。好，谢谢主席，我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我想我们早上其实对昨天开的这个有关支付制度的这个会议哈，我很少半夜还接到团体的这个讯息哈，半夜就把讯息PO过来，告诉我说昨天四点多开的这个会议，团体们非常的担忧哈。那这个担忧在哪里哦？因为你离一月一号只剩下十几天，可是我们的支付制度的计算是这么的复杂哈，我觉得连我都看不懂。那长期在长照领域的人，我看这个支付制度我还真是看不太懂哈。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支付的标准在倒退耶，好，那我看到你把这个照护需求分成八级，最重的第八级哈，那你给的只有基本的哈，你基本的给付额度才给56小时到60小时，你在倒退耶。我们现在重度是90小时，那你只有到高标的时候才给到86到93，其实时数没有增加，你增加的是单价，
我帮你平均算下来，一个小时大概257到278，好，单价有增加，这可能是针对我们照顾服务员在未来的薪资上面可以提高。我想是用意好，可是整个看起来时数，也就是提供给民众端的服务时数并没有增加，好，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起来，哎，福利好像没有增加，反而倒退，这也就是我们在质疑的，我们从54亿的经费增加到170，年卫福部162亿，增加了快3倍的钱，可是我们的福利在倒退。部长，你对这个，我不知道你昨天是可能没去开会嘛，可是我想这个相关信息应该在内部已经讨论非常多次，那可是这个看起来，这个详细可能请署长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你们算的吗？不是社保是算的吗？怎么会是社交署解释？没有，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是啊，是非常复杂。可是你们是关起门来算呢、啊，然后只剩下10天来告诉我们。是有专家一起来哈参与，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包括说我们先从收集这些所有服务提供单位的一些，因为这次只有居家服务嘛，那去收集了这些的成本以后，我们再去做很多的检测。可是那我要问的是，为什么给付的时数在下降？这个不是比过去还没有真的明确，就时数在下降。不是，这两者，这个两个不是这样子推啦，哈，因为给付的时数还是要依照个案的那个评估去需求，然后去评估才会长出这个。那我就要问的是说，那你新的评估量表竟然让我们的服务配套的照顾计划时数在减少，我很明确的就是时数减少。看到这个表单哈，你们的表、这个、表单的这个要有一些的解释哈，因为它有所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你们现在都跟我们都解释不清楚了，你有跟地方政府解释吗？你有跟民间团体解释吗？昨天有跟地方政府先做了一个简报，跟民间团体一起。你太高估我们所有的民间团体跟政府部门，对不对？就要讲的，对不对？就要再解释的更清楚啦，就是所以我要跟部长说的是，其实长照我因为接触太久了，他需要时间沟通，制度的推动需要点时间，所以我知道很多委员也都说叫你快一点快一点，可是我每次都跟你帮你踩刹车，就是希望你真的是稍微要慢一点。慢一点是什么？沟通。因为其实我们要仰赖的是地方政府，还有我们非营利组织民间团体那个配合，包括最基层的社区关怀协会那个西点，你看大家都好多的疑惑跟讯息不流通或讯息不清楚，这个你不需要花时间去沟通吗？如果我们制度没有好好的做沟通，你 上路还真的是被骂。对，报告委员，昨天晚上深夜也是我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林金立先生就打给我，不，我就跟他昨天晚上就跟他回了，这个不急啦，不用那么急，我也会好好的跟大家多沟通嘛，哈。可是我们初步看到这个，我昨天也是刚拿到这个资料，我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你只有居家服务算是一个小总额，或是包裹是支付，那你的日照又另外给另外的设计，叫做还是用25小时、50小时跟90小时？哎，部长，这是一个我很担心的，我们原来是在谈社区整体照顾，应该是一个整个这个人有一个总额的概念，然后我来帮忙配居服或日照。结果你现在，因为我上次也跟您咨询过，问过日照的成本是什么，收费标准是什么，因为那一块要一起跟居家服务一起算进来，你才有办法整体的，你的 A 是要协助我们去做照顾计划，做细致的照顾计划，你现在分别两包，我不知道未来怎么规划整体照顾。这就是我错愕的地方，你是在打这个社区整体照顾一个巴掌。因为现在时间比较，就是说时间比较短呐、啊，哈，所以目前先做出，因为最大宗的是居家服务，我知道。可是原来居家服务跟日照是一起的啊。所以现在对啊，你现在分开了，对啊，现在正在算。所以嘛，我就说你如果告诉大家说1月1号上路，大家真的是吓到都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因为整个你跟要跟你省，剩十天而已呢。剩10天呢、欸？这个我们也早跟他们都解释了，会在第二季开始了。第二季啊？对，4到6月。好，希望6月才开始啦，那初步这1到6月要用什么方式，可能也是要告诉大家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因为大家都在等这个给付的制度，这样居家服务到底怎么算，或者是多少钱，大家都一直在等这个讯息，到这个时候才给出来，真的时间是太不够了。然后另外就是资讯系统啦。
说真的，部长自己讲嘛，健保最强的是因为你们有资讯系统，所以所有的医院所医师们看的东西，你们都很掌握得到。对不起哦，我们长照有这样的系统吗？有长照就我一直在推的，就是你还有多元评估量表那个系统怎么跟现有的系统衔接啊？这些都是问题哎。这里面最慢的部分就是资讯了，是吗？那资讯呢？资讯一定要进来，本来的规划连资讯连考虑都不考虑了。你不进来，大家会被整死，因为都是 paperwork。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开始管。长照以后就把资讯一定放进来啊，所以资讯什么时候可以建构完成啊？可能要一段时间，他们是嗎？他资讯看板了，一点看板。我拢足惊，你知道吗？物件那么传好，啊，都讲要上路。嘿，就资讯跟这个分开了，对不对？分开的代志，是，所以不每当分开，因为你要准备一起。跟我员报告，这两个代志一定分开的啦。对，分开先啦。资讯较慢啊，较慢啊，几摆，因为资讯要时间呐。系啊，啊建构。资讯哦，要给对方每一个 C 级的单位，立马要给建构伊的这个伊的资讯系统。资讯系统，所以那个要时间呐。好，需要时间。好，那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我这也是一个疑虑了哈。好，部长，我真的不想给你太大的压力哈。因为我们很希望长照上路是稳扎稳打哈，能够很顺利，而且是能够把资源建制起来。其实现在应该让所有的非营利组织，还有所谓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能够安定下来说，哦，我们要往前走，而不是一直抛那个大石头东下来，大家吓死了。好，反而没办法。军心不安呐、啊，大家拢无唔知要哪行落，所以真的是要稳定军心，让大家好好走下去，好不好？哎，这个是我们昨天看到最大的震撼弹。但是里面我也看到你们有针对偏乡地区啊，给予服务员啊5000块的加那个薪资偏乡的加急，还有交通费用的补助，我觉得都看到我们过去反映大家都有看到，而且愿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加薪哈，还让稳定这个偏乡地方的人力，这个我都值得肯定，而且像交通车的部分也有调整哈，这个我都看到你们的努力。但是真的沟通还有这个步调，是不是可以再稍微稳健一点？好，不要让我们大家都吓到了哈。好，另外就是有关这个长服法的修法，因为今天是长服法的修法哦。那我主要有几个部分要跟部长沟通一下哈，因为现在我们22条的修法，主要是针对要解决这些小型机构啊，5年要重新这个符合新的长服法的法规，他们都非常的恐慌哈。所以我们在22条，行政院已经做了非常大的，也算是让步或还有调整哈，就是针对我们已经本法实施前已经医疗服法。护理人员法还有生权法通过设立的住宿型的机构是不用不受这个法人的限制。那我就是要跟部长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下来，就是说这些小型机构没有落日了，已经没有落日。好，那我们要问的是除了迁移跟扩充，那这个继承跟换户责任这两件事也不用再去设立法人。好，可是我要问的是继承不用嘛，可是换户责任就是转让、这个是不是还要重新设立许可？这个就是依照现行的老人福利机构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是需要重新设立许可啦。哈，那这部分有没有办法简化？我们可能就要再来跟，因为这涉及到公安消防的这个部分，哈，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变更使用执照的这个议题啦，是那这个需要再跟内政部这边哈来，这个多久可以协调出来？那我们尽快，尽快哈。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那我们财产法人的部分，如果我是法人了，可是我现在要转换成为长照机构，好，那我这个转换，原来我们62条有一个，因为我们62条也配合整个22条的修正，修得非常简单的哈。那我们原来62条有一个啊，如果完成改制及长照服务机构设立许可文件的换发，那时候有一个便利的一个措施是说，直接用换发。对于这些财产法人，好，或是社团法人已经是法人资格的，我可不可以用换发的方式来保留，还是有这个形式？还是要重新设立，又要重来一次，不对吧？哈，这个应该要有这个法人的部分，法人的部分。我想
是不是可以顺利的让他们？因为对于他来讲，人是没变呐、啊。是啊，是啊，只是因为新的符合你新的长照服务法的法人了、啊。这个可能要在设立许可及管理办法里面要去考量说，好，可能在我们母法里面是简便的，对，是在母法里面要去处理，还是要在执法里面处理？我觉得，因为原来六十二条其实有写，那因为这次修了之后，反而把它全拿掉了，好、嗯哦，所以变成这个环节到底有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做衔接？如果我们应该鼓励他，就是设立为长照机构法人嘛，哎，他原来就是劳福机构，哦、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要请你再做确认一下，好不好？如果需要的话，那在母法要去动的话，我们还是在这次修法里面再把它加上去。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现在明年六月三十号我们长福法上路之后，那我其他的机构，我其他的机构想要成立，我可以依劳福法跟生权法跟护理人员法再去成立吗？成立机构吗？基本上因为长照服务法针对长期照顾的这个相关的机构设立已经有一个专门的法律在规范了哈，是，那因为法条也只有对于已经设立在施行前设立的，它有依照它原来的，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好不好，卫福部这些都是你同整的法律哈、嗯、你很难禁止我劳福法不依劳福法设立耶，所以我当时在长护法修法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提醒当时的民间团体，所以我一直善意的在提醒，各法本来就平行的，除非新法优于旧前法啊、哦，那你后法优于前法，好，那我再来修一个老福法，我就可能优于你了，好，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因为它还有一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啊，你老福法是普通法吗？对于老人福利的部分，它是特别法啦，是啊，可是针对长期照顾，它又有。好，你这样讲好像很难很难，我不知道地方政府怎么看待，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本来各法之间的竞合，你们就要再做一个调整，是不是未来在长老福法生权法跟这个护理人员法都要去重新处理，对，这个一定要处理，是啊，这个好像都还没有被拿出来讨论过。 好，最后我问部长，因为有小型机构要求说要200床才设法人，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目前的看法还是希望50床、哎、啊，是现在法人没有嘞，五十里面的法里面版本没有哎、欸，哦，版本没有，你的版本没有，哦、我们跟部长，你的版本没有哎、欸，所有都要新，原来旧的就是照他原来就继续存在，對對對，那新的都要成为法人嘞、欸，哎，新的 对，是哈。部长你不要错乱了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支持说要再去设又另外一个双轨了哈，我们希望新设立的都是法人啦哈，所以不要再用自然人这种来存在哈，所以应该未来是走这样很清楚的路线啦哈，我们毕竟跟医疗系统不一样，因为他们主张是从医疗系统的经验来的，好，他说医院有200床才需要设法人，好，那我们没有这样，因为医院进进出出的人都是不固定的，我们的长照是弱势者、失能者长期要住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的管制跟这个法人的 要求其实跟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这部分要请你再来做确认，好吗？谢谢。好，谢谢尤恩。惠宏泰委员不在，好，不在啊，好，接下来就由我来。谢谢，接下来是钟孔照委员。好，谢谢，那请主席，那有请部长。哎，林部长。委员好。好，辛苦了。对，是。啊，一天呢，那看你精神还很不错。靠拜啊，靠拜。啊，靠不靠拜？没关系，有宝宝在你旁边。好，大家好啊。大家针对长照，我想从早上特别热门的、啊、因为长照服务法即将要上路啊，大家也特别关心，不管他的未来的收入的来源，包括他的支出，包括长照服务。或者是照管师或者这些的居服员，那、啊、未来我比较会去期待的是，因为林万一林老师也特别提到啊，长照如果要发展，照护员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他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长照要发展，相对的这些的照护员的薪水一定要调高，因为长照工作以来最大的问题，因为我看从早到晚，包括上一次大家提到的，都是长照服务员就是怎样低薪、辛苦，而且又不受重视。我要问部长，那个薪资调整的具体的规范，三万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刚刚好多人问，他们三万是用那个成本来算呢、啊？那算出来的三万、哦、是平均月薪。我知道刚刚司长也特别答复我说支付制度了，他是用工时来算吗？跟委员报告，因为基本上支付制度它是要去把所有的，因为我要提供这一项的服务，所以月薪制度哈，月薪制度都很简单，因为你们就讲了13.5个月，啊，1.5个月就是讲白了就是春节的一个啊奖金了哈，啊，12个月的薪资一个月就是3万，所以刚刚有很多委员也问你，这三万包括劳保、健保，还有提拨6%的薪资。都在这三万里面，如果都在三万里面的话，直接扣下来大概也领到2万多而已。不在里面，都在里面，所以不是你们讲的三万啊。劳健保都算在三万里面嘛。扣除之外，他可以领。扣除劳健保。那薪资6%的部分由谁来支付？他要自己。這個、不是他自己啊，政府有支付6%、啊，还有另外一个6%是自己支付额啊。跟委员说明一下，那个薪资三万的部分是指那个个人的部分，那6%的部分是雇主 的成本的部分。没有，那你的因为你们的西级长农站里面就有一个照护员啊，那个照护员不就是就是由也是由机构聘请吗？还是由公部门来聘请？我们现在在算的是居家服务。是居家服务，目前算的是居家服务的那个照顾的成本，然后未来怎么样去支付给这个照顾居家服务提供单位？因为你们分了 A、B、C 嘛。那个跟 A、B、C 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照护员的那个薪资结构，因为我刚刚讲月薪很容易去计算嘛，所以刚刚我会特别提到你那个6%到底是由谁来支付？跟委员报告，居家服务提供单位的成本，包括雇主还有他的相关的，譬如说硬体人力的成本、硬体的间接成本等等，那个是用算进去了。所以我刚刚跟你特别提到了制度，连林万一林老师都特别提到，长照真的要好，长照未来要发展，我们照护员的薪水一定要够。不然的话，你人力到后面还是不足。你再在怎么样的相关的计划，什么分3年、5年、10年，长照2.0，你还是没办法去完成你的所谓的巷弄站。是。你 A、B、C 这样搞下来，到时候变成一个财团化。包括刚刚吴委也特别跟你提到的中小企业机构这些的怎么办？不然他们就不会站到凯道里面去了、啊。所以居家服务员在时薪里面，刚刚我看秀芳委员也特别提到，时薪你们也给人家算80几块也不对啊。没有说时薪是80几块，因为这是两不一样的一个计算的基础。所以目前我们在计算，你们说以后会有一个配套措施吗？那个配套措施，你们未来的时薪到底要用多少钱给人家？未来不会有所谓时薪多少钱，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在给机构的时候要求他们要给170啊，或者是多少钱的，以后不是，以后就是我一整包，论案例计酬，哈，我知道，现在其实你们现在的时薪就是200嘛，因为有扣掉你之前就你们就讲过了嘛，扣掉行政费用30块嘛，剩下170嘛，对不对？
以后不是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对啊，我知道说以后的配套不是这样嘛，现在是这样嘛。是，现在是这样。我的前提就是要你们多照顾这些嘛。是。因为一直讲长照要成功，长照要发展，这些居服员的工作条件一定要给他们得到善意的一个保障。是。你的长照才能够发展啊。嗯，上次也特别提到，包括偏远地区的交通的补贴这些，其实那个都是在加成，就是在整个支付制度里面，另外会针对偏远地区啊，会有另外的加成计算的部分，会算给这个在支付制度。也就是说，未来的你们相关的配套措施都会把它计算清楚。是。所以现在目前一个架构下，啊，这些委员提出来的都会作为你们未来的配套来对。嗯，就是我们会去考量到这些相关的特殊状况，然后会有一些特殊的加成。我要跟你讲，尤其是偏乡地区哦，在地的服务哦，其实语言呐、啊、习惯都是这些都不能忽视掉的。是，你居家的老人，就我客家人来讲，下班堂啊什么，很谈实的。啊，老人家在这屋间，你要你讲啊，讲过年啊，讲过年又谈唔实，啊，阿金阿在讲又没谈唔实，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一部分也是你们自己在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的时候是也应该去考量到哈，这样最起码在居家服务对这些的老人，他讲白了用语言的直接的接触，那种距离感就会缩短。我跟你讲，台语听无，啊，伊也听无啥清楚，那反而大家在距离上啊没有这么近。我想，所以我说这语言的部分可能未来。包括地方的一个习俗习惯啊，应该在你们的配套措施里面也应该在涵括在里面哈，把它一个完整的制度能够做到更好哈。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早上也有包括啊刘建国委员也特别提到啊，相对的你们对这些的小型的机构面临的一个生存的问题啊。我一直想请问，未来面对这些小型机构，那在推动长照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像他们所陈述的相关意见？啊，可能经营上完全无法再配合继续下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中小机构几乎照顾的都是瘫在床上的了哈，这几乎都是二十四小时需要人家照顾的。那这些中小机构，那你们未来要怎么去看待他们？跟委员报告，小型机构的他们第一个concern的是说，他要不要法人化？那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哈，就是已经有把他们就是不溯既往等于排除了哈，所以这个都有顾虑到他们的一些情形，那他就会回到他原来适用的法律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考虑了。好。啊，如果这些业者都有考虑，那我想最起码对这些中小业者，包括刘建国刘委员早上他也特别提到，哈，这些中小机构啊，如果面对的这些的问题，如果依照现行你们的方式，可能就会直接冲击到他们的未来的一个生存。那其实这些中小机构照顾的几乎都是中产者啊。啊，我自己以前做劳工局长的时候，我们去查，我要跟你们报告，那晚上看护的。都是外劳，那个比例啊，一个人看十个人的也有，所以你去看哈，面对这些，其实部长在制定一些制度这些的条例的时候，你们当然会去常常去看比较优秀的、比较大型的，你们去看看那些小型的公益室里面的那些的机构，去看看，你会发现。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实物上是有落差，因为你们带我们去看的都是很有制度的，都是拿到优等奖、最优等奖的。去看看那些的工作环境，他们的劳动条件，你们会比较能够实物上在未来制度上相关的配套或者执法的时候，你们会比较有同理心去看，这是我跟卫福部的一个期待跟期勉啊。好，谢谢，好，多谢大家。谢谢。好，谢谢钟委员哈。我们接下来是李玉林委员不在哈。那接下来是陈赖素梅委员。
要拿麦克风还是？没有，有吗？啊，这里是，来谁来帮忙？高度不够高。里面就没有啊，没有啊，这边，这边有就卡住，卡住。好，来。我帮你垫。好，来来来，谢谢，来。来，我请主席，我请了我们那个卫福部啊林部长，林部长，好，林部长。那今天比较辛苦哈，因为财政跟卫福两个联席哈，所以早上到现在哈，辛苦你了。那我想哈，我们现在很重视，我们现在大家老百姓都引领期盼哈，我们目前哈马上就要开始哈，明年正式走向我们那个长照 2.0 的那个时代了嘛哈。为了落实我们政府哈长期照顾十年的计划 2.0 哈，那我想呢，政府期望以 A 级的旗舰店、B 级的专卖店，还有呢 C 级的干妈点的构思了哈来打造我们的长照能够深入社区，能够提供的让老百姓能够找得到、用得到、看得到，那这样子的就地安养的一个。情形是我们政府未来要努力的方向。那我们蔡英文总统在12月17日有15个县市长照中心揭牌，蔡英文出席的时候有讲，住在台湾养老是件幸福的事，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政府如果真的有能力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就地安养，那我想呢，这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那但是呢，其中啊，我们还有很多令人家令我们老百姓不安，那我们包含我们公部门还有一些要努力的地方。那令人感到质疑的，我所了解的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发生两大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裁员的问题，好，不足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长照的服务人力的缺乏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我想呢，是未来我们长照面临最严峻的挑战。那其他的那个设备啦、车辆的那个还有一些都是细节了哈，部长您认为是这样子吗？对，完全认同。那如果延续长照 1.0 了哈，那么轻中还有重度失能，这些长者哈，每月居家或日间照顾时数上限分别是25、50跟90小时哈，实在远远的不足嘛哈，所以呢，以我们实际来看哈，轻度失能者来看哈，至少三餐需要前往用餐嘛哈，督促服药，那平均如果一天以2个小时计算，一个月就要60小时，那中度失能了哈，我们此时已经需要日间照顾，而以周一到周五来看哈，一天8小时的话，8×5=40就要一个月了哈，就要160小时。至于重度失能啊，等于是24小时要全天的照顾。那请教，我们长照 2.0 是否给付机构照顾，还是只有失能的长者才能申请？好，这个请苏长跟您回答。好，长照 2.0 的部分，其实它是架构在长照 1.0 的基础上面来推动哈。那长照 2.0 最主要的就是针对，因为我们的居家跟社区的服务资源是不够的，所以它会比较是朝向这个方向来做哈。那对于在住在机构的长辈哈，他就是对于经济弱势，那他又住在机构里面，因为重度失能哈，那政府是会由地方政府这边是会有给予一些相关的补助。那长照 2.0 里面，如果是一般户，你使用居家服务的资源，或者是社区的服务的资源，那我想请问你一下哈，如果是单纯的失智哈，是不是每个月配额就只有15小时？委员讲的应该是长照 2.0 里面，我们针对以前没有进来提供服务的失智的长者哈，那他最需要的，尤其是轻度的，如果是到中度以上，大概都病童失能了啦哈。是。那轻度的部分呢，他最需要的就是安全看视。那安全看视他目前是规划大概是15小时左右啦。那你觉得随着个案的状况，15小时，您觉得这个配额妥当吗？
那我这边也要进一步询问哦，我们长照 2.0 照顾时数上限有公布了吗？长照 2.0 因为它是架构在长照 1.0 的基础上，所以现在的长照 2.0 那我看到你们资料是还没有公布嘛，对不对？还没，对啊，没有公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迟迟没有分没有公布？长照 2.0 计划吗？对，行政院是不是因为？哦，支付制度的时数目前还在讨论，还在讨论哈，是不是因为我们裁员不足啊？如果每人上限增加哈，能使用的人数就会下降。那我们来看一下哈，106年编列长照十年，2.0 预算总共是178亿元，对吗？哈，那根据卫福部的资料来显示哈，推估106年长照需求人口，我看了一下资料哈，长照需求的人口。总计将达到73.8万，那我们来计算一下哈，178亿，如果说面对73.8万人的需要的话，那平均有没有需求，这个需求人口每年的长照可用的经费哦，我算了一下，大概24000元啊，一年24000元哦，每人平均一天才65元嘞，这样子的钱您觉得会够吗？报告委员，那个在就支付上面或是需求上面，还是要回到多说每一个人的失能的程度，以及他所需要的照顾的服务。因为我看到，因为我用这个钱来计算，这样子来照算的话，每人平均一天呐哈，仅能获得大概65元，这样子的数字，我实在看了这样的数字，我说不出话。我想我们长照。2.0 比起 1.0 又有什么差别呢？有更好吗？所以说仔细观察长照 2.0 跟长照 1.0 的差别哈，可就在于服务人数的增加，但受限的经费造成服务方式跟时数是被压缩的，是吗？不是，就是说他的最后我们那个长照 1.0 跟 2.0 的差别，第一个就 1.0 它是有4种符合受益的对象，那 2.0 变成8项，所以它的受益的这就像一个伞哦，在下雨的时候你要框住多少人，多少人符合资格被盖住，被照顾到，那本来 1.0 的大概照顾了可以照顾的人跟 2.0 可以照顾人，那个幅度可以成长40% 以上，你的意思是说用 1.0 的架构来做，所以 2.0 不能用直接用这样子的金额来计算人口数量换算。哎，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得到多少服务的那个量，其实是依照他的失能程度跟所需要的这个照顾的服务来看他得到什么，而不是用平均的每一个人得到多少。好，那我今天看了卫福部。部给我的资料上面讲，我想请卫福部部长，未来长照采保险制或税收制尚未定案，是这样子吗？请教卫福部还有我们财政部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看了这个内容看不到的，目前就是税收制啊，那你既然是税收制，那你就直接讲税收制 啊， 對啊，而且我们一直以来讨论的都是税收制，但是你们的资料是，我从来没有讲过保险制，对啊，那你的给我的资料上面为什么这么写呢？有写吗？有，那所以啊，我想说哈，希望我们将来给我们的资料能够比较确实一点哈。那必先提醒我们财政部跟我们的卫福部，那现行以征税作为长期或者是短期这样子的长照，那到115年，我们看到台湾长照需要突破75万人的大关哈，将来到77万，也就是说，我们持续以税收。来作为裁员，那我们推动长照的压力是会持续加重的，是你认为是吗？那以长照的那个保险大国日本来说哈，我们看一下哈，在日本哈，重度失能者可能接受每月120次的居家照顾，那30天的日间照顾或30天的机构照顾啊，相对台湾是个可以去做一个依据可以考量的方式，请问部长对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日本，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学日本跟北欧啦，所以经常大概很多专家学者而且委员。那日本他们的是采什么
方式，他们应当算是混合式了。混合式就是部分保险，就是弹性是，也可以用保险，也可以用政府，两个一起做。对，所以他们的那个跟国民征的税收是非常重的，所以他们在薪水里面收的税是很重的。是这样子嘛，那另外针对长照 2.0 规划有17项的服务，那外界目前也有声音了，那 我这边是想建议卫福部改以机构能提供的项目来申请级别了，例如甲级单位那无法提供的服务，假设有一些，但是他有提供大概能够做到十项，就应该让它作为 A 级的一个单位。那只能做五项左右的，我们给它设计为一个 B 级的一个单位。这样不同的机构有各有所长，才能互相支援，让我们长照 2.0 互相普及。您认为呢？跟委员报告，委员讲的应该是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哈。那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各个服务哈是片段跟各自独立啦哈，那 A、B、C 主要就是要把它这个服务串联起来，然后 A 要负责去做整合跟衔接的这个工作，所以不是说我 A 是用哪一种服务的项目来做区分，不是，我们原来的服务我在提供的是日照服务，我提供的是居家服务，我提供的是什么服务，那我就是要把这些的服务能够去做好，做好一个整合的案的一个串接，不要让我今天是来做过居家护理的，结果下午就来洗澡，就身体照顾，所以就会造成那个资源跟资源浪费的问题，这样就对了哈。好，那刚刚我提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裁员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财委会，所以我们也是积极努力的帮忙找裁员啊。当然，我们更希望我们财政部能够更能够积极找裁员跟你们配合。当然是希望卫福部在你们在执行的时候，你们也希望能够加快脚步。我刚才听了几个委员对于未来马上要实施这样子的长照的部分，还有很多的政策还不够明朗的部分，也请大家能够努力多跟我们的民众多做一个沟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有一些没有问到的，我就用书面的。好，麻烦你再给我们答复，谢谢。好，我们谢谢陈赖委员哈。那我们接下来是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那接下来是孔文吉委员，也不在。好，那接下来是陈怡杰委员，不在。接下来是江启程委员，不在。那接下来是张立善委员，不在。接下来是林立禅委员，不在。接下来是王惠美委员，也不在。接下来是廖国栋委员，不在。接下来是黄昭顺委员，不在。接下来是陈莹，我们陈莹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就休息十分钟。好，谢谢。要不要把它移动一下？谁帮忙？好，来，对，再按一下。按一下，陈委员再按一下麦克风，好。Okay、请部长，好，请林部长，还有赵护司，蔡司长，委员好，好，大家好，是这样好，我们目前赵护司在这个偏乡社区长照服务的据点哦，总共有47处嘛。那现在这个计划原本在今年就是12月31号就要终止了，那这些服务据点哦，大概算了一下哦，47个里面有21个是在原住民的乡镇，那目前在偏乡服务的这些照管人员总共有47位，原乡这里面47里面就原乡21个人，那这些人才哦都是不易养成的这个长照人才哦，那不是只有照护而已，还要负责一些长照资源的一些评估分配哦等等。那我想是这样子，在 2.0 即将上路，那我们这一批人何去何从，其实他们是相当的担心啦，所以在我的办公室12月9号
也被就是说有有人来澄清。那我们在十二月九号的时候也跟你们询问这个计划的状况哈，那你们是表示说目前这个计划他会做延续嘛？好，所以这些人等于就是说在明年一月一号他们不会马上失业，就中间这半年的空算衔接期他们还是就是会延续他们的工作哈。那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已经快过年了哦，今天我公开把这件事情跟卫福部做一个确认，那是不是也因为你们一直都没有公告，所以这些人呢可能还在，有些可能已经在准备要去找别的工作了，那是不是你们可以在今天我就是说趁备询的时候你现在对着大家很明确的讲他们的工作会不会延续，薪水会减少还是会增加还是维持还是怎么样，讲一下嘛，因为你们怎么都不早一点公告啊，这过年了呢。这个偏乡地方的这个长照服务据点会延续，好，会延续，但是搭配长照 2.0 的目标跟任务呢，在功能上会做一些整合，但是人会延续，点也会延续，那薪资是不变的，就是原来的计划。所以他们的薪资不会变成像照护人员一样，是不同的。不一样，他是那个照管的分站，照管的分站，照管照顾管理中心的分站。对，这个都要讲清楚哈，因为这都是他们的担心啦，我就替他们在这边问个清楚哦。那这些长照人员哈，其实有担心这个政策变更影响工作哈，所以你们就今天算在这边口头上做一个正式的公告。那我也麻烦你们就是说那公文我请教一下，公文你什么时候要发出去？其实我们对那个团体都已经说明了，那公文也在签呈，很快就会出去了。因为是这样子啦，有时候即便这个政府讲要做什么 都有可能会被变动，更何况你是口头讲的，没有白纸黑字啊。好，那我被啊，白被修没也有至少有一张公文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们预计年底以前一定会拿到公文。年底好，年底以前好。OK， 那这个部分好，另外我要请教一下，来讲一下你们现在那个以前那个第三科叫山地离岛科嘛？对对。好，那改名以后叫做什么？现在还是山地离岛科啊？有改名吗？你讲还有厉害喽！第三科，我们对啊，就哎，第三科对啊，对啊，山地离岛。那山地离岛科，山地离岛科都没有改名哦。原住民啊，错了啦，原住民与离岛科这样。原住民，我吓一跳，我以为说这事情我怎么会搞错？原住民离岛健康科。对对对。哦，你不要再，你下面有哪几科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今天不是来找你麻烦的，但是请不要给自己漏气。这名称你们改名称。是我提案的啦。对不起。我在应该是我忘记我是应该是在第六届还是第七届。原住民主及离岛健康科。那请问你们改名之后，你们的业务有没有改？你们服务的这个范围有没有改？我们更以这个原住民主体性，还有它的那个文化的敏感，以及部落的需求。这样来做相关业务的推动，你不要跟我胡乱哦。我今天真的没有要找你麻烦哦，但是这样的回答实在是，来我讲给你听好了。我在这里待的比你久一点。来过去哦，我们这个长照十年资源不足的地区有89个地方，好，那就是排除了大部分的平地原住民乡镇。好，所以为什么我要把它改名？因为你山地离岛科，你山地就框一个山地原住民的地区，那我们还有这个平地原住民的地区，我来举例好了。既然是这个讲偏乡的一个概念啦，我有看了几个比较西部的地方，其实他们你们列的那几个地方，其实也对我们台东来讲啦，没有，其实没有很遥远啦。我举例，比如说你说那个。那个，
我这样讲比较不好意思哈，这个云林的林内跟斗南哈，其实跟我们台东的这个大武啊、长滨啊、成功啊比起来，还有这个花莲的富里啊、瑞穗比起来，这些距离离市区都比我们近得多。所以我为什么要改名？你们不要名称改了，但是服务的内容，你不要跟我说加强什么文化，更以原住民的什么主体性，那个都很抽象。我就以距离来跟你论，你光是这个平原三原的部分，你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处理。所以改名有什么用呢？你们的内容，你们整个的这个医疗不足地区的这个认定，还是这个划分是很粗糙的哈。那就是说，在长照 2.0 的计划里面，今年八月份修正的这个计划，已经把这个资源不足的89处扩增为131处了。那纳入平地原住民的乡镇。可是呢，我们来检视这个医疗政策的部分哦。仍有这个医疗不足的这个设定哈，你就是直接用山地离岛做一个区分啦。那你们根据这个健保法第48条，重大伤病分娩及山地离岛地区之就医，可免于自行负担费用啊。那就是在这个健保法第43条的自行负担门诊费用、急诊费用，还有居家照护医疗费用的5%。那虽然呢，我们这个平地原住民乡镇哦，像花莲市有医学中心，台东市有区域医院，但是我刚刚跟你举例的那几个地方，还离市中心是相当遥远的。好，那很多，所以我这边要请教你啊，你们名称改了，那你们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你觉得该不该改？这样的划分对不对？周不周延？委员，你指的是那个，就是说原来的山地的原住民跟平地的原住民区嘛，对不对？是因为既然你讲偏乡嘛，好，这些其实你也不能排除这个平地原住民的地方啊。在我们那个长照这一块，我们已经纳进来了，就是原乡跟山地乡。我今天不跟你谈长照，我跟你讲这个医疗。对啊，讲医疗的部分啊。就是在那个交通费的补助是吗？我觉得你好像很没有概念呢。谁要帮忙？不是，你要提的是那个，就是原住民区的医疗 IDS 这一块吗？是 IDS， 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资源，好，还有协助，但应该不是只有区一个交通费而已嘛，而且。重点就是你平地原住民就是没有列进去，平地原住民区你就是没有列进去嘛。报告委员，因为昨天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研究就是说这个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山地离岛地区的那个是考量那个交通不便啊，医疗资源有限，影响当地保险对象就医权利，并不是。我请教你，大武乡有没有这个问题？大武乡应该有吧。金峰跟大武离多远？用的近。大武跟哪个地方？跟金峰啊。我不晓得。金峰不是平地耶。你不知嘛？我不知嘿。对啦，但是这两个地方是都已经很接近这个南回了嘛？对对对，嘿。那他们也没有离多远啦，但是你金峰把它纳进去，你大武不放进去，这样是不对的嘛 ？OK， 我们回去研究看看哈。我这个，我觉得那是你们概念的问题。你现在就是框一个山地在那边啊。我如果说要求你们今天，你既然你们的科都可以改成这个原住民族，好，离岛健康科了，好，那你为什么你的业务你不能改成实质变成原住民族地区呢？你给我一个很精准的答复啊！我已经快讲不出话来了，好晕哦。他的意思就是，你知不知道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我知道都是原住民。我懂了，嘿，对、啊。那你知不知道？好，来，我讲一个南投。你说好了，仁爱国姓。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鱼池乡也是很远吧？有没有？有没有很偏僻？不会啊，鱼池、啊、不会哦。鱼池在日月潭那边嘛，是吧、啊？还不会很偏僻哦。你从你是、啊、你这样去，当然是以都市来讲是很偏僻。他如果要就医，很方便吗？我问你，不方便，对啊，对啊，不方便。啊、你斗南到那个市区，到斗六市几分钟？啊，我鱼池乡
到南投市有医院的地方几分钟，你敢这样子回答我，真的很扯哎、欸。嗯，对啊，我是刚刚委员提的是那个就医的部分，我们是可以了解的。啊、不是部长，你有听我今天在问什么？我感觉两个拢不知道我在讲啥，还是你嘛不知道？那个委员，您的意思是说，用原住民的角度去看，而不是用那个山地跟平地的原住民去区隔啦，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相关的医疗保健的政策，我们再整合来。请问你山地跟离岛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原来就是希望说，在医疗资源比较不够的地方，对对。那你们认为平地原住民族的地区是医疗资源很充沛吗？我们这个来重新的做一个检讨。我从这应该是我忘记我是第六届还是第七届把你们的这个科改名字的，所以你们到现在。你才跟我说你要检讨，那我提醒你们长照这个平地原住民的部分，哈，你要纳进去嘛，55岁要这个平地原住民要纳进去，就表示其实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也认同嘛。那为什么在医疗资源里面你们不能比照办理呢？确实距离是很遥远，确实我们的医疗资源是不足的啊。你告诉我你们这样分到底对不对？只有山地跟离岛。那山地是山地原住民乡，平地原住民乡是没有的，他们是很远的。主席，不是我不要下，不是我不讲完，像是他们这样回答，我根本没办法结束我的咨询。委员，我可以跟你报告，就是说，因为这个之前他们是这样分别，不过我们可以检讨，因为他当时的时候，我们之前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山地区跟离岛区，他们有一个表格啦，我想我们可以来检讨这一部分。好，就是说针对，因为这个毕竟有一些地方，它是虽然是说，就是在平地的那个原住民的地方哈，那可是说它还是属于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你去比一下哦、哎，给你一点明确的方案，就是你去比一下那个金峰跟大武， okay. 然后把它连到台东市有医院的地方看多远、嗯，你就知道了。那你也去看一下花莲的这个富里。富里跟改，就是他旁边就是台东了。对对对。那他要去他的花莲市，还是要去台东市就医，有多远？是是。所以你就知道你这个三地，你的三地的这样的区隔是不对的。所以我要你们去检讨，我怕你们回去自己乱检讨，又强调那个主体性，或者昏体啊。你就是你三地不能只有含三地原住民，因为我们现在宪法这样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是自己愿意被分成三地平地的。但是你在执行上，你医疗资源整个分配上，你要通盘全部考量进去、嗯。原住民就原住民，好，不是那个平地的比较远就管他去死，不是这个样子。我懂，我懂，哎，好。那你什么时候要给我检讨报告？嗯，这个很快我们已经等很多年了，从第六届、第七届的时候帮你们改名到现在，现在第九届了。一个月内可以吗？一个月内好了。好，好好谢谢。好，重新检视一下了哈。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
有。现在应该差不多吧。王学弟喜欢运动选手的话，中华队有那种福建师，包括什么孔乙己啊、林书豪这种很强的。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是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部长？林部长。还有财政部赋税署的李署长。李署长。喂，你好。那个次长在吗？次长他今天下午请假。下午已经请假了是不是？陪院长。好。首先呢，我要请教，其实上午已经有委员提出来询问了，我们现在包括重度失能的居家时数那认为平均一天3个多小时根本是不够的。那不够的原因，你们回复说其实现在预算也不够。现在我们的长照预算到底是够还是不够？请两位回答。我们到底以所谓现在的税收制，我们的预算到底足不足以因应我们整个长照的需求？目前的这个，如果我们162亿的话，事实上是稍显不足了，是不够的嘛，所以导致说你们在一些服务的时数上也不敢再往上调嘛，
因为一条、這個。刚才那个数字可能是有误的，刚才那个有误是。重度级三小时。那大概是多少？重度级，你起码还是一样。他说平均每天呢？那个是。平均每天是三个多小时，对啊，每个月是九十个小时啊，对啊，所以这个数字没有错啊。他是说平均下来每天只有三个小时，对一个重度失能的家庭来讲，觉得这样的时数是不够的。那就是照长照 1.0 的基础来的。对啊，那长照 2.0 大家当然希望升级啊，希望升级，所以要增加啊。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增加的幅度不够大嘛，是不是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税收、采税收制，然后也不稳定，我们现在才在讨论要怎么样修法，从遗赠税，还有从这个烟税来，烟税又被委员批评说，这有点像是不是一个好的裁员啦，70%仰赖是烟税的税收，其实也有委员很有意见这样子，那更何况烟税的目的不是本来就不是要挹注长照嘛，就他本来这个税制的目的是要。降低我们的吸烟人口嘛，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财政这样子东拼西凑，我对于未来长照 2.0 的前景是会有忧虑的、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以我们现在长照 2.0 的规划，本席发现了一个不太公平的现象、哦、就是说我们重度失能呢，一般户，我们在这个居家照护的部分呢、哦，我们是有给这个90小时的。居家服务虽然现在委员也是批评不够的，但如果单用这个基础来看，你其实大概一个月补贴大概是12600块。那同样的状况，同样他是一个重度失能者，如果他今天不是选择在居家照顾，他是一般户，他到了机构之后是一毛钱都没有，是零元。这样的政策，我不晓得卫福部你觉得对一个有重度失能的这个家属来讲，这样公平吗？只是因为他选择的照顾方式不同，他得到的政府的支持是天差地远。先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在长照 1.0 的部分，我们不要再讲长照 1.0， 我现在要讲的是长照 2.0， 就是说你们现在 2.0 的规划，我们现在都在讲 2.0， 为什么要回去讲 1.0？ 我先讲一下 2.0 的规划里面，你们对于，你只要回答我，在机构里面。他是重度失能的一般户，请问可以得到政府多少的补助？在长照 2.0 里面哈，我们对于重度失能的长辈，如果他住到机构，他又具有中低收入，我说的是一般户，听不懂吗？不要又要举中低收入来糊弄大家，中低收入才占几%？你告诉我。中低收入户在，因为他比较是经济弱势啦。那总共你们补助了多少人？占几%？在机构里面的4000多人在机构里面，所以实质的是46966人，你只占8.6%。本席要问你的是说，那其他的呢？其他你在他如果选择是居家照顾的一般户，你是有补助的、啊。那扣除掉中低收入户，一般户为什么他住到机构之后一毛钱都没有？必须跟委员说明，我们在长照 2.0， 好，不管 1.0、2.0， 都是因为居家服务跟社区的这些居家资源跟社区的资源不够，所以你一定要先去把这些2.0资源还是不够嘛、所以这就是本席要问的问题嘛，关键还是出在钱上面嘛。那本席必须讲，过去 1.0 那个是一个示范，长达10年这样的示范计划，既然是长照 2.0， 大家期待是不一样的。大家希望就是要真正的升级，而真正的升级，其实过去你们喊出来的口号是告诉大家，大家都使用得到哦，都使用得到哦，而且政府也都会照顾到哦，是全面性的哦。但现在看起来，机构的入住到机构的这个重度失能一般户，他是被遗忘的，并没有在 2.0 里面他得到任何的政府的补助。这个部分就是当然要靠委员支持这个修法嘛，哈，来增加这个裁员，然后才有办法再去扩增，逐步的扩增我们的。即使我们今天修了这个法，增加的裁员，我们会补助重度失能入住到机构的一般户吗？会吗？有在你们的规划当中吗？你们要补助多少？逐步的要去扩增。空的嘛，没有啊。你要补助一般户补助多少？请回答。现阶段有规划吗？预算现阶段的预算，目前106年的预算是还没有办法去
就没办法嘛，没在你的规划之内嘛。所有的那因为他是要逐步的，那你们为什么不跟主计处要钱呢？你们为什么不跟这个我们今天来的这个财政部的赋税署要钱呢？我记得上次本席质询的时候，今天主计总长没有来，他很豪气的说，只要卫福部开出预算，我主计处都可以给，就开啊！你们这边需要多少预算就编啊，编到足，编到满为止啊！为什么不敢编？卫福部在怕什么？你干嘛要去担心其他财务部门的财务压力？你编出来，还是其实你们有编过被打枪？我想跟委员报告，那整个哈必须要整体的照顾管理的制度，还有相关的配套，那整个都要完整，那才能够去整个通全部的实施啦。那所以这个是涉及到，但预算你讲的那个是你有服务模式的调整，那个才会有变动嘛。机构式的早就存在啦，他们入住在机构早就存在啦。那这个也要去看居家跟社区的资源，其实会入住现在就是还是不够啊。你再怎么样长照 2.0， 你不可能用居家跟社区完全取代机构嘛，那是天方夜谭嘛。你在所有世界上的国家，你社区做的再怎么好，机构还是会存在，还是有机构型的存在嘛。那但是这个部分呢，你们现在就是完全把这个机构排除在外，本席觉得是不妥的。你的一般户，你同样，我刚刚已经比较给你看了，你同样是一般户，你居家就有补助啊，一个月若90个时数，换算起来可以12600块啊，机构就是没有，就是零嘛。这个部分我觉得不需要再去争辩。另外一个，照护员薪水调升，这个是本席过去的主张，也觉得应该要调高到30000块。那现在呢，看起来你们也要往这个方向去施行。那你们有没有估算这部分的经费要增加多少钱？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在用平均的这样的，如果是用支付制度的建构的以后呢，它基本上它会把所有的管理的成本，不管人力成本、直接间接的成本都算进来以后，会变成论人计酬。那至于照顾服务员跟那个受雇的受雇于的那个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我们就要求他比照劳基法。那我们现在在设计这个照顾人力成本的时候，是用平均的月薪哈，用30000块这样的一个。那其他那些劳健保是在外加吗？还是包含在30000里面？是用另外在做外加，所以他可以实领30000，是这样吗？应该是说平均呐，我们是计算照顾人力的成本，就是我一个单位我要提供这样的服务，我大概合理的成本是什么，我们会去计算出来，然后就是。所以我直接问你，一个照护员他可以领到多少？这个要看他自己实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所以你还是按时薪计喽？你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会聘这一种月薪的？不是，因为目前大家不是都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时薪改成是月薪？我们现在是那是两件事哈，月薪跟时薪是双轨并行，要看照顾服务员。对，他两种都可以。那月薪的呢？月薪要不要实领30000？我们目前是说用平均的，我们是计算照顾人力的。所以你的意思说有人会低于30000块，不是30000起跳，他没有办法30000起跳。新进的人员当然不太可能说我一下子就是到足嘛，那当然那个是他跟雇主之间的劳动契约。那所以新进人员会是多少？那就看那个劳动契约，还有他照顾。不是啊，那你政府部门你没有跟这一些你委托的相关的长照机构谈吗？就基本的薪资，已经是不会有人还给22K 吧？那个是绝对不会有了，因为你们现在对外说就是要30000块啊，那你刚又说是他们个别的契约没有办法去约定，不会有人去压榨他说。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配套，就是如何去监控他的服务品质，以及他不会有被。譬如说受雇者被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的责任哦，因为人力其实是另外一个长照可不可以成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你们现在人力缺口还有10000多名，对不 对？在长照 2.0， 那是高推，明年明年5000到10000，对啊，明年有没有把握补足？现在的趋势是怎样？我们的要投入长照服务人力到底是有没有增加，还是其实就是维持在原来的状态？没有办法有效的成长，其实我们这非常令人非常忧虑啊！因为这块人口，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事实上，所有的你想要走向居家或者是社区的这一块，
大概很难，大概你最终还是被机构跟外劳成为是最大的主力。我想当然这个原因里面照顾服务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啦，我只是要署长你回答说那人数的状况到底现在这个新政府上台也半年的时间了，人数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掉，而且你们也寄出来希望可以调到3万，到底有没有激励作用，还是现在仍然是处在我们人力不足的情况？其实现在在我们前几天开了一个共识营，就 ABC 的一个共识营，其实地方也有说他们的第一个居家服务提供到很多人是愿意在多设了，一个是老板要多了，那老板多了当然那个受雇者的这个照顾服务员就应该，尤其是待遇如果提升的话，它会吸引相当多的尤其中高龄的这些，所以地方的回报是非常乐观的，比较乐观的。那你预计明年这12000的人大概可以补满多少人？这个全当然努力能够，你们要设定一个目标啊！我知道你们都很努力啊，但是你们预计希望达到多少，满足多少人力的？但这个就是有高推估跟低推估啦。我知道，我用高推估来讲，12000人，你有把握可以补到的？努力打。你看，对这个问题大家很没有把握，这个就是大家现在对于整个长照服务体系很忧虑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人其实是不够的。所以现况还是让大家看到说是外劳在支撑，里面外劳占的多数，还有就是家属，还有机构。那真正我们希望的社区可以达成的，别忘了长照 2.0 里面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是希望社区化，而这一块如果我们的人力是没有长出来的，社区化是空的，它是做不起来的。所以本席还是希望在这一块我们卫福部我知道你们很辛苦，那但是这一件事情呢，社会的氛围只许成功，好像不许失败。更何况最近我们看到林权院长也好，蔡英文总统也好，柯文哲市长也好，大家都把长照作为他施政的可能可以亮出来的一个政绩这样子。所以其他因为政策大概短期间很难看到，所以把宝压在长照身上，所以我觉得大家背负的这个压力也很大。但是里面真正的困难，财务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相关的部会都来了，你们有责任去支持卫福部。卫福部我也鼓励你们，就要把预算提出来，不要自我限缩。之前喊100多也说这样够，200亿也说够，选前说330也说很够了，400亿也说可以，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你觉得你到位的，你认为应该是什么样的程度。那真正问问题下去的时候又说钱其实是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增加这个给失能者一些时数，因为我们的财政有困难。林权院长其实最近他好像似乎要转风向要改口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们内部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讯息他是12月16号的联合晚报，未来需要大量裁员的时候要采保险制还是税收制，他已经开始在考虑保险了。我想他是学财税的，他很知道我们现在东拼西凑的这一种税收大概支撑不了多久，所以我希望这个议题本席的态度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台湾未来社会要面对的议题，就是不要有既定的立场，如果有最好的方法可以解决长照的问题，那这个是要超越蓝绿的一个共识，好不好？大家继续加油，谢谢。好，谢谢王委员。那我们接下来是施一方委员，施一方委员不在。那接下来是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接下来是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好，那接下来是淑芬要开先呐、啊。好，那林淑芬委员。好。我先谢谢永昌了哈，他愿意让我先讲啊，所以我谢谢江委员。主席，各位大家午安了，是不是请我们先从这个卫福部部长好了？林部长，委员好。部长，我们一直在讲以价质量，希望这个烟税烟捐的提高，然后让这个抽烟的人口下降啊。那我可不可以先请教你，就目前啊？不要讲未来要增加的20元或25元了哈，就目前已经开征的烟税加烟捐大概几亿一年？
我们的烟捐是300多亿。要加烟税呢？烟税我就不太清楚。我们，好，我告诉你，103年为例，烟捐有329亿，烟税有194亿，加起来是523亿。那大概抽烟人口有多少，你知道吗？抽烟人口是台湾是推估330万。330万，这样子平均起来，每一个抽烟人口一年贡献国家烟税加烟捐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除起来我用327万去除，好，除起来是15902元。那再加上未来还要再增加的225亿，加起来是748亿。除以327万的抽烟人口，这样子他们未来平均每一个抽烟的人一年贡献国家的税收有多少，你知道吗？除起来是22780元。我是要告诉你，提醒你，这些抽烟的人现在对国家每一个人就负担了将近16000一年的这个税捐的这个贡献。所以讲这个抽烟啊，当然是社会上的接受度非常低，而且社会不道德。但我们要提醒大家，他现在每一个抽烟的人就贡献了10000-20000了，再加进去是20000多。那我要再问你一件事情，号称以价质量，如果你有没有考虑到说烟捐或烟税对不同收入者，他们到时候因为调涨价格了，可是烟瘾戒不掉，它的品牌转换率的影响你有没有想到？它的影响是什么？可以抽那个低价烟，有可能是这样子。低价烟它的风险在哪里？基本上所有的烟都在我们的监控底下，所有的烟都很烂。但我告诉你，低价烟的尼古丁和焦油的含量更高，这是事实吧？换言之，你烟价提高了，无法戒断成瘾的行为的时候，它基于这个生物性和经济性两种补偿行为，而要维持它的烟瘾，所以要改抽这个价格比较低的，尼古丁和焦油含量却高的。在这种品牌移转之下，买私烟或者是抽较劣质的烟，它的健康风险评估，你有没有想过转换以后它增加的健康风险是多少？特别是你们台湾学者的实证研究啊，平均一个月赚2-3万元的吸烟者，品牌转换率最高是 26.3%， 但对于月薪6万元以上的吸烟者，品牌的转换率可能只有 10%， 其实就是跟他的经济购买力有差。可是他换一个劣质烟以后，请问他的健康风险影响是什么？不管他抽哪一种烟都有风险，这个实际上对交流也。废话。但你有没有想过，因为这样子以价质量之后，你让他从风险不一样的这个移转里面，他是往风险高的那一边更移转。当然都有风险啦，而且抽烟本来就不对，也不应该，也不好。但是他就在抽，而且每年贡献你的税，一年都缴了16000，未来要缴22000。那我是告诉你，难道你不应该做一点研究吗？你这样涨价以后，这些人去抽比较便宜的，从抽150变成抽100元的，那他的风险健康，你有什么机制可以把关？那我再问你，以价质量以后，你有没有考虑到，其实那是不是降低抽烟率，还是说走私的比率增加？你有没有想过？你知道一年台湾走私多少的烟吗？上次我们的监视他没有增加这个走私的部分。财政部来，财政部来，财政部105年11月14日刚开会不久，105年度私烟劣烟烟酒查缉汇报，关务署，你来告诉我们。105年为例，你们11月才开的这个私烈烟查缉汇报，10月查获的违反烟酒管理法案，一共有几件？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有实施了一个
资历研究的经你就回答我数量就好了。从那个十月二十三到目前为止，我们查获的数量是147万包。你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十月二十三，105年的十月二十三到目前为止，一共查获的数量是147万包。好，等于一个月就有147万包，一个月差不多嘛，一个月多几天嘛。那从今年的年初到十月查获，如果数字没有看错的是887万，而且还往上一直不断的在成长。你知道跟去年同期查获量来比，比年初到十月增加了大概50万包，成长率是将近6%。所以私烟走私烟，它的确在成长啊，跟去年跟今年来比较，是不是在成长？你们查气量是不是在成长？报告委员，就如果说查气量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就是105年的一月到12月15号，跟104年的一月到12月15号比同期来比的话，是比去年还要少，比去年还要少。我统计到十月是还要多的。OK， 我是讲同期哦，到去年十月来讲，我们统计是增加的。一月到12月，然后我再告诉你，查气量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一个月就可以，你刚刚讲一个月可以查气147万包，乘以12个月，那只是看你要不要查而已哦。委员，那个刚刚十月二十三到十二月，今天21号的话，应该是2个月。你刚刚讲11月，好，我要告诉你说，事实上走私烟的比例、包数、查气量都不在少数了，是不是？不在少数啊，少说查气量换算成流通量，数千万。数亿包，可能搞不好都不为过，过了千万包啦，一年啦。所以我们在讲说啊，在这种状况里面，我再问你，走私最终还是要有人抽，水货、假烟、走私烟，请问这一些人的健康风险，他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不是这种这么状况这么严苛的条件里面，他没有利益可得的状况。或许他的健康风险不至于那么高。那我今天要讲说，我们要讲说为什么以价质量这个事情对于长照毋庸置疑，我们1000%的支持。但长照要一个稳定的税源，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都在讲说长照是为了因应人口急剧的老化，还有其他失能失智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一个国家照顾的系统。1000%我们支持，只是说他的钱、他的财源要从哪里来？那我们讲说啊，这个烟价以价质量，以价质量如果成功的话，那长照税源不就惨了？那以价质量不成功的话，那我们拿这个税来做这个长照的这个主要财源，这样子是好的吗？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财政部？有没有其他的税？你觉得赋税的改革上是有可能的，有税的空间的，不只是从烟抽烟者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空间是可以检讨的，是可以增加的？有没有？报委员，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配合卫福部筹措这个长照财源的时候，都做过评估。那你有没有评估过营所税？营所税的部分我们也曾经考虑过，但是因为目前世界各国营所税的税率都在往下调降。你来看一下世界各国，那你看这个是2017年啊，我看前一张，这是2017年世界银行全球缴税的调查报告。2017年他们办法放大，以台湾为例 ，profit tax taxes 所谓的营所税。政府实质课的比例是 12.7%， 台湾是红色的，橘黄色的那一块，台湾再放大 ，12.7%， 看到哈？你说各国都在调降，日本是26.2%， 哈。韩国在营所税是多少？目前是22%吧。没有，它实质这 WB 是世界银行的统计，不是我的统计啦，我都引用国际数据。是，我用的是18.2%。
实质课税率哦，是台湾的名目税率17%，但实质的课税率是12.7%。那讲总的平均的赋税率，总的整个企业经营的成本，在一个国家的赋税比例，台湾是多少？34.5%，低于，好，台湾是34.5%，低于亚洲的平均。亚洲的平均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36%，好，然后也低于欧美进步国家就不要讲了。那我们比较日本跟韩国，我们也看到它的营所税比人家低以外 ，OECD 国家的营所税平均是22.82%。所以讲营所税或者整体企业的税，不管是它的劳动的税或者是其他的间接税，加起来。台湾事实上在亚洲里面排名，台湾的税不算高的，跟日本、韩国作为产业同形态的竞争而言，也不算高哎、欸。是，这个是事实。那我要问你是说，2009年以前，我们的应所税也是25%啊？是目前，因为当时我们在25%的营所税税率之下，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像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有很多提供很多的租税优惠。那当时为什么在民国98年的时候会把这个税率，99年的时候调到17%，主要就是因为搭配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我们把很多税优惠取消了。不是，那是搭配金融海啸风暴，金融海啸风暴没了，在那种氛围里面，金融海啸风暴没了。我们短期的调降总是要调升回来，为什么对于这些营业所得的税率，对大资本的税率，我们只能调降不能调回？我们唯一要求是调回。那讲说，我们在讲说，一个是这个 OECD 那个绿色的数据，哦，这个是 OECD 的吗？你知道 OECD 国家，你知道营所税？这是营所税嘛？营所税的平均22.82%，然后最主要的国家，最多国家40几个国家，你放到那个右边的柱形图，它主要都是落在25%这个等级，我们是在17%，而且实质税率是在12%，法定名目税率17%，但实质课税率是12%，所以我们在讲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穷尽一切手段，然后这个税负要先向这个有利人士先课完了没有了，穷极方法都没有了，我们再找裁员，我们继续来这个再想办法。报告委员，这个其实我们真的当时过有思考过，但是真的是因为目前真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亚洲地区国家，包含像日本、韩国、香港，你不是胡说八道吗？我刚才念给你听，日本是23.4%，韩国是22%。委员讲的是因为，但是他们现在的税率都在往下调降。那如果说今天我讲的是2017年的 WB 的 Bank 的。World Bank 的调查报告，哎，了解委员，但是他们之前的税率是比他们现在的税率高很多的。譬如日本之前是，我现在都不跟你讲这个，你拿数字给我看。我现在看是 WB 的报告，2017年的报告，哎，是刚出来的报告，哎，是委员，但是他因为他那个计算方式呢，他因为他现在要讲计算方式了，人家计算方式都同一套，哎，是委员。他在台湾的计算方式跟在日本跟在韩国是一样的，在同样的计算基础和方式逻辑里面，我们算起来就比日本韩国要低很多。对，委员跟委员报，就是因为目前就是营所税是在世界各国当中是我们企业投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力的考虑。你知道美国有多高吗？我知道美国目前是35%。你知道英国有多高吗？英国是20%，现在已经降到20%了。啊，法国有多高吗？法国是33.33%。什么降到33%，降到20%？台湾才12%。台湾才12%。不是委员，我们现在比较的，因为我现在手边拿到的是名目税率的，就是目前名目税率17%，实质税率12%。我们的法定税率17%啊。是委员，那是因为我们目前租税有些那个为了鼓励企业做研发，通通都一样，实质课税12%。是。通通都一样，实质课税率就是12%，营所税怎么会没有调整的空间？我们也不是加重它的税负，只不过是2009年的金融风暴过去了，我们可以调升回来了吧？
报委员，这个部分其实是要考量，就是说真的是跟世界各国竞争力的考量。我就不懂世界各国，那你看中国，对委员，像中国的赋税率，中国的整体的赋税率是 67.6， 虽然它应所税是11而已，但是它的劳动力成本的比例很高。对，因为委员看了这份报告，所以加起来比我们还要高。劳动的税负，所以我们单位劳动的成本是比人家、比中国、比亚洲的国家还要不如的。所以所有的数字都显示说，为什么不像这些拥有资本的大户去课税呢？为什么不呢？每每都要像这一些。不止抽烟的，包括薪资所得的，扛起了国家的所得税的那么大的这个负担，所得受雇阶级要扛起这么大的国家的责任，可是这一些资本优势的人，靠着资本在经营的人，却这样子减税、减税再减税。我们在想说啊，这个赋税政策哦，你调降营所税来讲。把富人的税降低了，某种程度是扩大了这个贫富差距，然后把国家的国库收入减少了，然后你国家能够去做再分配的那个手段跟空间变小了，这是一种逆分配，也是一种劫贫济富。结果溢出来的资金跑去哪里？少掉了营所税，这些企业把资金拿去哪里？你知道吗？拿去做投资，投资在房地产的获利率最高。推升了房地产的暴涨，贫富差距扩大更大，这么多的资金跑到房地产以后，受雇者、薪资所得者更买不起，贫富差距扩大更大，扩大的更严重啊。包委员，其实当然委员提到的这个就是有关房地产交易的部分。其实目前财政部这几年在做房地税制的改革，譬如我们在104年通过的，我再问你，税制是不要讲到房地产，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你觉得叫每个抽烟的人每一年都缴20000多，那你有没有算过其他不良嗜好、不良习惯的人每一年的赋税大概有多少？这样子来算算看，来看看，然后是穷尽一切手段了，就没有地方可以再有税了，没有办法再有收入了，这是最后手段了吗？抽烟的确是社会不道德了，而且引起社会反感，我也很讨厌抽烟，但抽烟不是行政的人便宜行事的提款机啦，不是便宜行事就好了。我也反对抽烟，老实说，我们也认为应该要想办法抑制抽烟的人口的上升，要想办法，不要改掉抽烟的那个方，抽烟的这一些数量，那最好是在更严格的手段，最好禁卖烟。但是我在讲说，这不是一个好的逻辑嘛？那么比较好的逻辑讲，从长照来看，我们要一个稳定的裁员和税源。如果抽烟以价质量成功，啊，就无税金吗？啊，那以价质量不成功，啊，那不是跟他是纯粹为了叫他缴税而缴税吗？这不是一个互相矛盾的逻辑吗？啊，更何况现在每个人已经缴了16000了，未来要叫每个人再缴23000，缴到23000，每一个抽烟的人，我们都要感谢他。开玩笑的讲，就是抽烟救长照，要感谢他们。啊，那我们到底是希望他不要抽，还是希望他抽啊？这有道德风险啊。那这样子，我们是希望他继续抽，还是希望他不要抽？希望他不要抽了。希望他不要抽。啊，希望不要抽以后，那没有税可以缴了怎么办？所以财政部还是长照怎么办？我想，如果说吸烟人口能够减少的话，我们长照未来的支出也会减少。啊，你怎么确定他是减少，还是走私烟，还是他品牌转换？啊，请问这些人抽了更烂的烟，健康风险变得比较大，那怎么办？不过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会搭配，就是说未来走私烟啊或白牌，那我问你，也是我们要做的。没有，我问你啊，他从1包150的改成抽1包100的，他抽那个劣质烟，合法的啊？请问他的健康付出的代价更大，你国家准备怎么做？那你的健保支出是不是要增加？那你们讲的长照抽烟会导致未来失能的比例是偏高的，那请问，那你是不是在种下未来长照这些失能的人口的比例更高呢？
因为你们说抽烟会导致严重失能的比例是比不抽烟的人还高啊。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那从好的烟抽贵的烟变成抽便宜的劣的烟，那这一群人是未来长照的风险最高的，而且是国家政策逼迫他们这样子做的，让他们变成这样子的、啊、那怎么办？这都有逻辑上的谬论啊，矛盾啊，讲了也是没有用，好吧？好了，只能这样子、啊、好了，谢谢了。好了，谢谢了哈，特别给淑芬多点时间哈。来，我们接下来是江永昌委员。好，先请黄处长不在吧，户税署在吧？是，户税署，好。李署长，喂，好。处长，你数学好不好？还可以。还可以哦，我看早上问到现在有没有哈、哦，真的。如果回到数字上要计算的话，你们既然算出来了，就要有信心的答复了。是，以价质量到底现在有没有以价质量？在现在试算这个，税势的整个增加跟减少，我们还没有走到因为加税会导致这个量下跌，跌到我们的整体税收会变少嘛？对吧？函数现在计算出来的意义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加20块的烟税的时候，我们虽然烟的销售的量会从16.5亿降到13.2亿，但是因为我们增加的税金、税率，所以营收整个税收还是会增加嘛？原则上是应该是我们初步估算应该是烟税会增加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增加烟税。是啊，所以并没有到说，哎，你现在。增加烟税，增加了烟税要依住长照，结果说这个税收会减少，这个是非常明白的话，要讲清楚嘛。那个，因为我们目前是因为毕竟还是它有它的价格弹性啦，就是如果说我们每支烟还没有走到因为加烟税的幅度过大，导致量下跌的太多。而导致整体的税收会减少，目前还没有走到这里吗？是的，目前依照我们那个卫福部还有就是他们的研究报告看起来，就是目前还没有并不是一比一的关系啦。那如果将来只是说，也许会让如果真的因为我们烟税的调整，让吸烟的人口再往下降的话，好，容我打断你了。有可能会这样，对。所以这个是数学，不是文字啦，哦、所以论述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把它讲清楚。但是我就要问你了，第一件事情。在这一次你增加20块，结果我们的这个好烟的贩售，好，我们现在那个私烟、白牌烟、地下烟都不讲了，就是你们统计出来的，预估会从16.5亿包下降到13.2亿包。是的。好，除了我们所提高的这20块的烟税，会增加225亿作为这个长照的一个裁员，另外会在烟捐的部分有67亿的这个减少。是。只有这样吗？没有影响到其他的税收吗？没有营业税或营所税的影响吗？请说明为什么没去做统计。是，跟委员报告，因为呢，我们现在这次如果把烟税调增的话，那事实上也许现在一包每包80元的价格，它就会因为烟税调整20块钱，所以每包的售价原则上应该会调增到100元，除非烟商自己要吸收这个。我用简单跟你算了、啊。一包烟从80块到100块，是，那就是每包烟增加叫做1/4倍的价格了，20%，对。那么总量从这个16.5亿下降到13.2亿，总共这个量啊，哦，刚好是原来的4%啊，没错。当价乘上量啊，4%乘上4/5，刚好预估营业税。因为营业税是最后这个钱去乘5%，所以不会变。所以不变，对。但营所税呢？营所税其实应该也是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营业收入会增加，虽然它的就是每包烟的收入会增加，然后量虽然减少，但是跟它原来。你错了，我在这里就打断你。是委员。你原本你现在增加的是烟税，所以他每一包赚的钱，他原本一包卖80块的时候。好，扣掉所有它的成本跟税负的时候，它可能一包可以赚40块。当你加20块上去，每包卖100块的时候，它所赚的钱每包也还是40块。
所以当总量减了的时候，营所税就会下降了。报告委员，他虽然收入看起来会下降，但收入应该是不会下降了。营业税不会变，我跟你讲，是营所税就减在那3.3亿包了，16.5亿减掉13.2亿的3.3亿包，每一包原本有40块的一个收入。在那里的话，会损失17%的营所税。对，但是跟我们报告，因为它的量减少了，所以它的相对它的成本也会下降，所以它收入增加，成本下降。它的哪一个成本下降？它的那个，因为它的我每一包烟，我讲我每一包烟的成本、管销、人事或赋税都是差不多的啦，不会说16.5亿下降到13.2亿。它成本就会下降，然后它每一包烟赚的钱会更多。但是本来是量大，反而赚的比较多啦。对，报告委员，以单包来算，是确实是成本会增加，但是因为它的量减少了，所以它以总数来看的话，我们总共的营业收减到总营业，你要弄清楚哦。我在这里就跟你讲了，你们没有算到的营所税的损失，我跟你算出来是23亿了。虽然相较于烟税去增加225亿。的这个税收，但是其实你营所税，我是说你有20几亿的营所税的损失啦。我希望你哈，不要。我想我们再来详细估算一下。我怕你在这里答错，以后你真的会不好看。没有，这个其实我们有大概估算过，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上次我咨询的时候有讲，本来105年度今年度的预算当中，要挹注到这个长照哈的这个预算跟基金的项目的一个总金额，因为房地合一税本来是编多少27要进来，是，就今年的房地合一税税收状况不是很好，是，就到目前为止到11月底，那房地合一税收了多少？现在这个差额怎么办？大概是12亿多吧，12亿多，然后所以这样还有15亿多的落差嘛，哈。对，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当时就是以我们实际上收到的税收来作为支应长照的使用啦。所以这个不够的部分，可能我们主计总处这边，还有就是卫福部这边会设法来，也许，看是怎么样来弥补啦。对，所以我说其实，好，今天已经讨论到，等一下条文就要做这个审查哈，然后可能应该是有机会通过了。可是目前很多的一个讯息哈，我从财税这方面就觉得你们掌握的不够好了哈。那你在这里，那我想卫福部部长一起好了啦。我们先把两个事情分开来看。如果今天台湾哈要把烟捐已经20块，本来的烟税11.8块，再加20块，这样总共加起来多少？51.8，合不合理？跟 WHO 的建议，跟现在国外有关于烟税占烟价的这个比例，合不合理？你说啊？我们还是偏低。我们还是偏低。对，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管长照，纯粹就烟税应不应该科来让我们的财政收入能够好一点点，但是呢，也让吸烟的人口，因为每调高一个价格，就会降低吸烟的人口。对，不管财照，纯粹说增加烟税，合不合道理？合理，合理，有没有错？因为烟害防治法第4条就是规定，每2年就是要做一个调整。好，我们已经98年到现在没有调过。好，说赵部长的讲法，我们就说了，不管长照，纯粹只管烟税。虽然说会增加负担，但是毕竟没有不当了。这个事情单独看，到这里 OK 吧？另外切割开来看长照，有关于105年到106年，106年现在要到162亿，但是我们从4项分类到8项分类嘛，哈。8项到17项的一个这个服务项目，以及我们要拓展据点跟涵盖率，对于台湾越来越多失能的人口需要照顾，让每一个家庭照顾失能的人能够走出去，家庭才有活路，这个家庭才有未来。不管是机构式的、居家照顾式的、邻里巷弄什么的，该做就要做。所以欠缺裁员，所以要争取裁员来挹注长照。就单独看这个事，不要看烟税，这个事情对或不对？对。好，那怎么对你就说啊，说啊说啊，补充个几句啊。对，这个如果裁员越多的话，能够涵盖率就会越高，而且刚才提到的有委员提到的机构式的部分，就是住宿式的部分呢、啊，
也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纳入。所以部长你要相当认真啦，所以我们讲到现在，把两个事情分开看，增加烟税没有不正当了哈，但是虽然说老百姓我们的乡亲我们近来的人民心理感受不是很好，但是不至于不正当，但是长照的这个经费要挹注，就高度正当，两个不是坏的事情，怎么会合在一起被大家讨论成莫名其妙，然后批判这么多呢？这是我的疑惑啊，能解释吗？能解释吗？这个事也可以啊，这个事也不错啊，就把它放在一起。我说了，假设今天烟税不碰长照，就我们整个国库的概念，那因为 WHO 也这样建议，各国也这样建议，所以我们增加这一方面的一个税收，就算今天不是这个模式，也会进入大水库嘛。那我们大水库也会去挹注长照的一个经费嘛。用公务预算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也许今天只是向外界证明说，我们做长照不是虚的，不是假的，是确实有一个这个税务的这个财税的一个来源嘛。是。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大水库的话，两个事情都没有错嘛。好，那我就在这里哈，要提醒你几件事情了哈。看，也就是说这次调了烟税，那长照 2.0 是要做十年，那我们烟税现在一个问题，一次如果要调20块，而不是四年每年调5块，到底哪一种状况囤烟的情况会比较严重？好。我的时间已到了，我也不想拖时间。那既然已经只要有要调，都有囤烟的。好，你们也设计了要去贴标签了哈。那大胆讲，今天已经走一次20块调增幅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是不是要去严你？就比照长照 2.0 十年哈，就十年内不要再去动烟税了，就让这个物价能够稳定啊，烟价能够稳定。第二个事情，我说。之前在讨论营业税的时候，有一个状况，担心营业税增加 0.5% 会造成物价波动上涨，所以考虑到民生的一个物品，包括婴幼儿的奶粉，包括成年的这个尿布尿片，包括营养食品，包括身心障碍者，包括失能的人所用到相关的器材，都要有一个税负上的一个优惠，还记得这个事吧？那么今天那些项目，我们今天不走营业税，今天走烟税的时候，那些项目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当时规划的就一并提供出来给这些弱势者，让他们一并受到照顾，受到优惠？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带回去好好再研究评估，然后也要参考一下国际间的做法，看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调整。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走烟税，不是走营业税。但是过去讲那个，我觉得民众都记在心里，可以做。假如有这个裁员的话，哦，那我们就尽量来做。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江委员哈。我们现在这个本日的会议询答已经全部结束。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长期照顾服务法的修正草案的审查，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这个修正条文啊，含修正动议也一并宣读，好像有两个修正动议，好，有李彦秀跟刘建国委员。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提案第15条，中央主管机关为提供长照服务，扩增与普及长照服务量能，促进长照相关资源之发展，提升服务品质与效率，充实并均衡服务与人力资源及补助各项经费，应设置特种基金，基金之来源如下：一、遗产税及赠与税税率由10%调增至20%以内所增加之税客收入；二、烟酒税烟品应征税额由每千支每公斤征收新台币590元调增至新台币1590元所增加之税客收入；三、政府预算拨充；四、烟品健康福利捐；五、捐赠收入；六、基金孳息收入；七、其他收入；一、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增加之税客收入，不适用财政收支划分法之规定。委员严宽恒等16人提案第15条，中央主管机关为提供长照服务，扩增与普及长照服务量能，促进长照
相关资源之发展，提升服务品质与效率，充实并均衡服务与人力资源及补充各项经费，应设置长照特种基金。上述基金之用途须为长照业务相关事项。基金之来源如下：一、遗产税及赠与税税率由10%调增至15%以内所增加之税科收入；二、政府预算拨充；三、烟品健康福利捐；四、捐赠收入；五、基金孳息收入；六、其他收入。依前项第一款增加之税科收入，不适用财政收支划分法之规定。中央主管机关应每三年订定长照发展计划，制定目标值作为拟定长照服务发展政策与推动之依据，并定期公布长照实施情形、检讨结果及未来展望。委员严宽恒等16人提案第19条：长照人员非经登录于长照机构，不得提供长照服务，但已完成前条第4项之训练及认证，并依其他相关法令登录之医师人员、社工人员及接受长照服务者之三亲等内家属，于报经主管机关同意者不在此限。长照机构不得容留非长照人员提供前条第1项之长照服务。第1项登录内容异动时，应自异动之日起30日内，由该长照机构报所在地主管机关核定。第1项之登录其要件、程序、处所、服务内容、资格之撤销与废止、临时资源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1项提供长照服务之三亲等内家属得支领补助津贴，相关补助办法、训练时数及训练课程内容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22条前条第3款及设有机构住宿式服务之第4款、第5款，长照机构应以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以下合称长照机构法人）设立之。公立长照机构不适用前项规定。本法施行前，已依《老人福利法》、《护理人员法》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设立从事本法所定机构住宿式长照服务之私立机构，除有扩充或迁移之情事外，不受第1项之限制。第1项长照机构法人之设立、组织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另以法律定之。委员严宽恒等16人提案第22条前条第3款及设有机构住宿式服务之第4款、第5款，长照机构应以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以下合称长照机构法人）设立之。公立长照机构不适用前项规定。本法施行前，已依《老人福利法》、是护理人员法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设立从事本法所定机构住宿式长照服务之私立机构，除有扩充或迁移之情事外，不受第1项之限制。第1项长照机构法人之设立、组织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另以法律定之。行政院提案第62条，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规定，从事本法所定长照服务之机关、构法人、团体、合作社、事务所等，仍得依原适用法令继续提供长照服务。委员严宽恒等16人提案第62条，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规定，从事本法所定长照服务之机关、构法人、团体、合作社、事务所等，仍得依原适用法令继续提供长照服务。行政院提案第66条，本法自公布后2年施行，本法修正条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委员严宽恒等16人提案第66条，本法自公布后2年施行，本法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修正条文自本法施行之日施行。继续宣读修正动议第15条修正动议：中央主管机关为提供长照服务，扩增与普及长照服务量，能促进长照相关资源之发展，提升服务品质与效率，充实并均衡服务与人力资源及补助各项经费，应设置长期特种基金。基金之来源如下：一、遗产税及赠与税税率由10%调增至20%以内所增加之税科收入；二、烟酒税烟品应征税额由每公斤征收新台币590元调增至新台币1590元所增之税科收入。
三、政府预算拨充四、烟品健康福利捐五、捐赠收入六、基金孳息收入七、其他收入一、前项第一款及第二款增加之税科收入不适用财政收支划分法之规定，第一项基金之额度为新台币至少330亿元，不足部分一、前项第三款由政府预算拨补之。第一项基金之用途如下：一、办理长照割裂服务等相关事项；二、建制长照服务体系等相关事项；三、办理长照服务补助及奖助等相关事项；四、整合照顾管理制度等相关事项；五、发展长照人力资源及管理等相关事项；六、办理长照机构管理及评鉴等相关事项；七、办理长照服务资讯等相关事项；八、其他与长照业务等相关事项。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长照发展计划，设定目标值，以作为拟定长照服务发展政策与推动之依据。每半年应公布长照实施情形、检讨结果及未来展望。前项计划每三年内至少应通盘检讨一次，并据发展情况为必要之变更。提案人委员李彦秀，联署人委员蒋万安、陈怡明。第22条修正动议，前条第三款及设有机构住宿式服务之第四款、第五款长照机构，达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一定规模以上者，应以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以下合称长照机构人设立之。公立长照机构不适用前项规定。本法施行前，以医老人福利法、护理人员法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设立从事本法所定机构住宿式长照服务之设立机构，除有扩充或迁移之情事外，不受第一项之限制。设立长照机构除接任负责人需符合第24条之规定外，得自由转让及继承，并变更负责人。第一项长照机构法人之设立、组织、管理及其他应遵循事项，另以法律定之。提案人委员刘建国，联署人委员杨耀、黄秀芳。宣读完毕。好，我们条文已经宣布完毕哈，那我们。在进入审查哈，在审查，大家对文字，我们进入第15条，要逐步逐条进入审查。我现在要说明一下，我们这次修法上面这个长福法的修法有一个困境啊，就是我们是卫环跟财政委员会联席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止我们长福法要修法，还要我们财政委员会那边还有两个税法要修。好，那我们这个因为是财政跟卫环的一个联席，结果我们刘建国委员的版本跟黄昭顺委员的版本没办法并入审查，好，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这次在修这个长福法里面碰到的一个难题哦。我不知道，我如果说我们能够今天把我们行政院版还有严宽宏委员的版本，以及刘建国委员的修正动议跟李彦秀委员的修正动议，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送出去交互协商？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跟财政委员会那边的两个税法一起处理，还有刘建国委员接下来就可以有他的提案，也可以并入来一起做讨论。不晓得这样的处理会不会比较完整一点？不然会变成好几个好条文在处理。可以哈，刘委员这样处理可以吗？我们先出委员会，那你的案子就可以并进来一起来做讨论，不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处理你的案子，嘿，可以吗？好，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今天我们这样处理啊？就是我们把行政院函请审查的长照服务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还有本院委员严宽宏委员等16人拟具的长照服务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等两案，还有包括所有的修正动议，就是李彦秀委员的修正动议，还有刘建国委员的修正动议，我们全部送朝野来协商。好，你还在说话吗？好，来。谢谢主席这样处理了，那我想这样应该大家更有充分讨论的时间了。那我这边也要再度提醒部长，也要肯定部长了。我想今天一早到现在这么冗长的发言之后，
我相信其实可以看出更多的一些端倪哈，让长照 2.0 哈要推动的过程会较为顺利的哈，因为一些盲点要在部长领导之下尽快的把它解除掉哈。但是我还是强调基金的来源，我必须要做这样提醒了哈，因为说真的看到这个 Q&A 的报告里面，如果部长还有各位所执掌的这些官员哈，你们在21页里面特别引据这个阳明大学李玉春教授104年度的中老年吸烟行为对失能影响之长期追踪研究指出，吸烟者的轻度失能及中度失能风险分别是未吸烟者的 1.15 倍及 1.34 倍。这个数据是对吗？好，引用这样的数据是对吗？到底是多出 0.15 还是 1.15 倍？好，我适度做这样一个提醒了哈，这第一个了哈，后面的数据我就不再详述了哈。一样依照你们做这样的报告的结果，好，我念一段哈，也给各位听看看，分期基期不同吸烟年龄显示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基期吸烟年数20年以下之戒烟者，其 IADL 私人风险为未吸烟者之 0.98 倍，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20年之后戒烟的，他还比未吸烟者100个，他还少了2个了。好，应该这么说了哈。我没有。主席，你给我一个时间，好不好？要不要超过时间，不好意思。再来，这边国建署的报告。今天蔡市长，我一直要问，到底现在躺在接受长期照顾服务的70几万人，因为吸烟导致失能的比例所占多少？市长，你怎么回答我？什么的七倍？什么基数的七倍？好，抽烟大过于吸烟，抽烟者大过未吸烟者的七倍嘛？你来这边打我好不好？拍谁来？来。就是抽烟跟不抽烟的两个族群来做一个研究，对，他们发生那个心血管或是中风的一个相对风险，对，那抽烟的比不抽烟的多2到7倍。多2到7倍嘛，好，心血管的对不对？心血管好，我们当时跟国建署跟可以健康捐，当然我现在再重复表述一次了，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不希望吸烟人口再增加，我希望吸烟的人口往下降，但是我现在是要讲说因果关系，如果今天讲说长照这些需求者是因为吸烟导致好他成为失能者，必须接受长期照顾，那今天把这个烟税，好，还有烟捐，放在整个长照基金的很高的比例里面，我想我是要被说服的。但是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它可能只是一个因子关系，那你们硬要把它变成一个因果关系，那我希望你们重新检视你们所引用的数据、引用的报告，包含国建署的报告，你会产生非常大的冲突跟矛盾，包含蔡市长刚才也回答我的，都有问题。不是因为那个疾病的造成原因跟失能造成原因，它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原因，当然没有办法完全用因果，是用相对风险。相对风险，对，概念上是相对风险。相对风险，你们的报告里面相对风险也没有这么报告，是那你们还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报告？是不同的学者的所做的研究，对，好，那我们还是一并解释。所以我只是提醒了，我希望部长真的要把长照2.0可以做得下去，然后做得好，做得棒，好，做得真的是用得好，用得够，用得到，好，所以我才会期待说整个面向整个涵盖率，你要把真正的稳定的裁员纳入在你的长照基金里面，然后一定的比例。而不是把不稳定的裁员放进去里面，
然后被挑战、被质疑，相对的，你还有引用错误的数据，一样看报告解读会差这么多，1.115倍跟0.15，那是天壤之差别啦，好，天壤之差别哈。最后一点，我特别要再提醒一点了哈，不然我哎，主席你坐坐啦，你安尼我做阿伯做当的啦哈，因为不是、啊。因为我们是针对法条在讨论的哈，我不可能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哦。我是要解释给大家听，讲我记得部长还没有当部长之前，也是刚好在民间的阶段，你讲的一段话是在今年的1月份，哦，接受某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专访了哈。如果现今的你是强调医疗，好，院长这一阵子也特别强调，长照必须整个医疗社会的搭配才是一个完善的。一个长照嘛，对不对？好，那从医疗角度在看待，不管是社团法人，不管是财团法人，基本上，如果今天在整个社团法人扣掉他的法定的义务支出之后，他还有一定的盈余的分配，对不对？好，那其他的包含财团法人，他可以回馈到他的员工，回馈到他的职员，回馈到受雇者，还是病患，那这个社会会非常祥和。会非常进步，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水岸血岸医院，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这么高的复病比嘛。但是相对的，现在我们希望长照机构这些小型机构都朝向法人化去，这个目标，我相信部长跟次长都听我讲过，大家朝向这个目标，我也没有多大的意见，我也跟招委沟通过。但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要去把整个长照很多的面向照顾好，原有的已经有在做的，他也有在往上提升的。你们应该是多多去做鼓励，他是你们坚强的第一线的伙伴，而不是让他们感觉到你就是想要把它消灭掉。就像今天为什么王龙章会讲了这么重的话，他说你这边过了才也会大家走着瞧，试看看什么理由？因为那个深藏的居湖最高等级第8级，你们还是编93小时。我在这边问了3次，93小时平均一天3小时，真的3小时都请得到吗？是台北市请得到，还是新北市请得到？我们云林请得到吗？你怎么不敢跟我保证？道理一样嘛。你在区域这一块，你现在就想把它，哦，可以把它的整个服务量能提高了哦。但是人家还是觉得不够嘛，也不一定使用得到嘛。那你相对着，在原有这些小型机构在帮我们当地第一线的照顾这些比较低收入户的、中低收入户的，甚至他们自己贴钱的。我们怎么没有去看到它？那也是一个奇迹，在长照的整个执行过程里面，是一个稳定的力量。所以应该你要让他们法人化，基本上你的法人化为什么到现在不出来？多久的时间了？法人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对吧？这赶快立署嘛！长照基金，你要讲碰烟税，啊，你底下个编蕊，啊，烟税我要被收，啊，你希望因法人化，跟大家不看到法人化到底是什么挖沟？是什么模样？是什么架构？所以我会觉得说，逻辑上先后顺序，大家是不是应该嘿？啊，你免让大家来报，今天你给七千栋的交易，吼，无赶快交易，讲到气干咧，啊，讲到好部长安尼，我实在讲实在啦吼，实在感觉足艰苦的对啦。嗯哼。啊，那有需要安尼？啊，下骹到底出啥问题？我跟各位报告吼，如果那个社保那昨天参加居湖团体的那个代表社保师的。成员去讲了说什么税收制的整个支付什么好像劣于保险制，然后让王委员在这边讲说，那民进党的当时的长照要推动税收制是错误的，天大的错误的政策，所以才要求什么部长要下台的话，我觉得百思不不可思议就对了，我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有这样的底下的官员做这样的答复？我跟国民党时期。在负责长照的主要的薛政委，薛政都跟我讲说，民进党从一开始要先从税收去做支付，基本上他也都没有意见，他觉得这是可行的。逐年的，我们慢慢来讨论，慢慢来修正。有什么错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底下官员在讲说，保险制才是正确，保险制才可以涵盖哦什么样的服务的项目，保险制才是一个优于。税收制的支付的一个方式，你下骹人来当攻击官位，伊恰好无你叫伊来跟我们读话嘛嘛，叫他们来跟我们论辩嘛，来跟我们备询好了，下次请他们来备询。哦，所以我根本内部不需要
内部的整合很重要了。好，所以 我在这边特别提醒这两件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情我们可能下礼拜又要再讨论一次了。好，是不是在这部分大家要很明确的，然后也让整个台湾的社会知道说，哎，你们有用心在做，好啊，但是很多的面向可能要逐步逐步的到位。那我们讲的清楚一点。所以我一直强调说，第一，缉捕能力；第二，稳定裁员；第三，缩短城乡，哦，等，把具体东西讲出来。但是那一个要把烟税跟烟捐放到这么高的比例，作为长照的基金高达70几%，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真的，你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啦。好，谢谢。好，谢谢刘委员。我想刚刚也一直在提醒了，社保师的脑袋还没有改变。我们现在是税收，然后整个是支持整个服务建制，那不要老是出来都一套的是保险的概念。所以我这个是可能我们去参与会议的伙伴都感受到，你们就是一直传递这样的讯息，所以我想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希望部长感受到，然后回去拜托，好，同仁们脑袋要稍微转换一下，好吗？好，我想，我们这个委员会还会拟具这个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那院会讨论的时候，由吴召集委员预请来补充说明啊。那需交党团来协商哈。那因为本次会议为本会与财政委员会的一个联席会议，而且本会期即将结束，恐无法下次联席会议再确认议事录，所以这次的议事录是否授权本席来做核定？好，有没有问题？好，可以哈，因为不然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会了哈。那委员有费鸿泰，还有这个卢秀燕，还有江启程，还有施义芳，还有罗明才等委员哈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委员口头询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答复。委员另有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好，谢谢大家，谢谢。